哎，被我拉走了，不能怪我哎、欸。完了，默契，空间移动大法，这是默契太好了才会这样，好不好？默契，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在躺着在飞，那是怎样啊？怎么在睡觉在飞啊？有神仙啊？乔宇是不是？啊？这样，这是阿汪啊！阿汪，你怎么睡觉在飞啊？啊阿汪没有在睡觉啊。我看阿汪是不省人事啊！我问画面给你们看的，那我重进啊。没有，你先看我画面了。不用的啊，不，你截图就好。不是啊，截图你就是躺着啊。啊，截图给我看，我就看得到了。你想什么？看你看你，你好，他是想看动态。你好大神哦！真假的啊？那我直接走温柔路线。我刚吃饱。这跟大小声没有任何关系吧？对啊。你不要以为变温柔了，大声就没事，还是一样很大声。温柔，温柔也可以很大声啊。呀，其实呀。怎样？很温柔的跟人家说你疯了吗？讲、话大声不代表我凶。你们开台了吗？开了，按了，但可以开我们已经在我们已经在开台房了，不是吗？对。哦，没有，我想说，不知道你们按了没？哦，还没按呢。按了。我要戴这个帽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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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要站着讲话，我要飞起来讲话，飞起来讲话。你真是尬的，没错，尬的。现在世界上的神，你最棒！哇，战犬呢？三种狗狗啊，四种狗狗特价。你知道旁边还有衣服有浴衣耶，可是没有，我看不到女生的样子。浴衣？你是说那个吗？欸、对啊，怎么是男生的浴衣？商店有浴衣，浴衣，他没有女生的展示，他只有男生。浴衣，很好奇女生的浴衣长怎样？他就是要你直接买啊！对啊，你买了就可以看到了，对吧、啊？在哪里？他应该要是套装是啊，我就没有想要买那个。韩露的基本盔甲哦，那是浴衣哦，最右边的、哦、浴袍，温泉浴。该不会又是买了才能穿的吧？哇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吧，对吧？你看中间那个，很巴西风耶，是有特色。没有那个繁星有买啊？对啊，那一套繁星有买。是你们跑去哪了？没有看到。我们在外面，暴政旁边，你们看到一个飞着的人。哦，你是神耶，我看到了。那边有个卡的，你会飞，你闻到帅，你在阳光普照哎、欸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搬错了，要拜，要拜一下，要拜一下。啊，还要调情，要对神明调情，要对神明调情。你要露出小腿啊！我还不拿雷劈死你们这些调情在。杰克，你怎么有这个东西？杰克也有，杰克有买啊。没有，他那个就是通行证的，这本之前就有了。哦，对，杰克之前就有通行证的，对对对。哎，大家都到了吗？没有家属。到了。人都过来了吗？今天在我们在新家门口，在新家的献祭这边。新家献祭，大家来这边集合哦。好，那个叔叔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要请假。好、啊欸啊、但是那个我们表定的时间已经先定出来了，这边就是怕大家后面有先安排什么，所以我们就还是先照着我们时间走，这次就没有停下来等了。OK， 對, 对对对。然后因为我们这系列也已经玩了半年了，所以就也差不多该收一收，下礼拜应该就会是最后一次了。OK， 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就已经要最后一次，然后我们那个。大家巫术都还没有学满齁，所以我们礼拜天就已经先用了一些神的力量，好不好？帮你们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大的，为什么一人挑一张桌子？一人挑一张桌子，上面没书的，上面没书的桌子都可以挑。我看了小雨看了什么？怎样？你看了小雨，你看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可以直接用了吗？我看你躺着在走路。请把你们的okay, 巫术先全部都升满齁，升到最满哦。好、哦，不过要跟神明说哦，材料不够、欸。对，有跟神明说，有缺材料，赶快讲一下。对，基本上应该都够了。如果没有，没有，因为硫磺，硫磺，昨天神明大放送，缺硫磺，硫磺，
有往那个旁边拿一下就有人。我看一下这个箱子有没有。那个传送的那边。基本炼金基本成分。等一下，我在哪？神在哪了？哎、欸，神没有黑血。要黑血，黑血。对呀、啊。没有黑血吗？有吗？我这一个桌子刚好没有啦，我这个桌子刚好没有。会血会坏吗？没有啦，你找到那个了吧？就你找到用过的桌子，你去后面的几张桌子。没有、啊，没有书的桌子都可以用，没有书的桌子都可以用。哦、对对对。啊、好，我要硫磺哈。为什么我需要龙角啊？谢。龙角，龙角有啊，里面有、啊，里面有，里有，里有。我这一张没有。哎、欸，那换一张，换一张，这样这样这样。你们往后面几张桌子走，帮你放，没有那么远，多走两步。乐，我要发光的。我刚刚已经升了四阶了。OK， 缺什么？缺什么？再跟我们讲。发光的肉跟可口肉。发光的肉跟可口肉。哎呦！我发光的东西，发光的东西，发光的东西。我发现这里的音效太大声，我把它调小。对，超大，超大。我声音有胖，我完全听不到你们讲话。有钻有漏材料，哎，起死回生。那这个是更前面的了。嗯，发光。安心，那个缺什么，我们帮忙用。钱。发生完了吗？钱钱钱。那没办法，我也缺。我要是发光东西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这里会卡住、欸。来，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你是哪一张？在最角落这个，在最靠近箱子旁边。哦，硫磺我自己拿来了。来，要是我的创造模式可以拿出新台币，我还不拿烂。哦，你要可口肉。学完了，我学完了。哎，我升满了。可口肉。哦，很棒。OK， 发发毕业，这个就是你的毕业证书。OK。不是我的书桌超奇怪、欸，一直卡住。毕业纪念册要拿起来哦。毕业纪念册，毕业纪念册可以放在桌上，就是展示毕业纪念册。哦，好，我有了。我太远了。我的毕业证书不能使用哎？为什么？你有把有些书桌怪怪，有些书桌怪怪的。站在桌子上啊？对啊！不用啊！你要这么近啊？我的站在旁边不行，站在桌子上啊！我站旁边也怪怪的，它卡住了。站在旁边是太远了。跟其他桌子的位置有卡到，对吧？他应该是有卡到。嗯，还有缺黑血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黑血里有这里。小黑血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我拿。我这个桌子都跟我说太远了，我是这是要贴到我地。你真的是要站上去啊？换一张，超多张，换一张，换掉。跟我一样站上去就没事了。我站上去也不行。那你就换一张吧。那你去别张用一下。这张有 bug， 我那个工作台有点小小问题耶，不知道为啥。神秘的，怪怪的，这里真的好大声，超级大声的。不吧，我已经调一半声音了，太大声了。扛一下。嗯，行，我把它拉小一点。好，亏我是法师大师。升完了吗？哎，我还没，我去偷个豆一页哈，等我一下。咒语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我没有快递。好诶，有放了。很想打架吗？我手还不够。哎，对，我们现在是可以互打，可是我觉得一下就是。还不够吗？没有，我说你要杀，我怎么升不了了？普通人而已。还是你可以把书拿起来，在那个，因为我们可以互打，拿起来再放进去，拿起来再跟他们一样，是不是？还是不够？它里面要一个空格吧？可以吗？一个空格吗？不行，不知道。就要留空格。顶不下去哎、欸，还是你换一个桌子？啊、那你换一张桌子看一下。不要，你就只钟爱那一个就对了。我念旧，这是人家用过的嘞。这个桌子不用，我昨天黑血，看一下哦、喔，黑血。黑血帮你拿，卡什么？还是允月再换一个？这边也没人呢、啊。我要不然你就换那个，再重新登进来一次看看。真的、欸、有可能？他一直靠近桌子发抖。还是你可以帮我点啊？我不能帮你，我不行，我们不行啊！升满的就哇，好，就已经升好扯哦。嗯，那你也不行哦。还是我升满没有啊？没有吧？你看，如果没有你升满了，右边不会有书哦。哦，对，没错。监考老师，嘿，
我决定重开了。还是你重进，重開吧，你重进一下教室看看。好好好，你出去教室再进来。你出来，我们再重新打卡一次。哎、欸，老板，那个打卡机我怎么我的卡都插不下去啊？我迟到了。会帮你算前面的时间啦。会帮你算时间，会帮你算时间。不算你迟到，不算你迟到。啊，这样讲都是骗人的、欸，这样讲都是骗人的。时间继续算，这样讲都是骗人的，没错。最后打卡的单上面还是9:05好了。那个已经好的人哈，你们刚刚有开那个管理模式了吗？就是还没获准作弊吗？你现在去成为管理员获准作弊哈，我们就今天大放松，不然那个还材料还要再去做哈，很重，那个很麻烦。OK。有袋子吗？还是什么？对对对对，因为他的那个。他的管理面板里面有一个无咒语费用，好吧，点了你就可以用、哦嗯，你就可以直接用。因为想说有的人就是知识如果没有点那个专业知识的话，就是那个负重可能不够拿那些东西，因为那个其实蛮重的。没错。哦，哎，仔细看他那个设定，他其实可以设定伺服器说什么时候可以 PVP 耶、欸，好猛。我现在看到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看到而已，我只是看到而已。回，站边了。想跟你一起玩游戏呀？要切，笑死！啊，其他人可以去旁边随便玩法术吗？再去看一下，有一个那个，如果身上有腐化，他有一个是可以恢复到年轻的样子。我没有看到什么无什么鬼的、欸。无。你不是说什么可以法术放、哦、放那个管理面板的作用、哦、有一个无咒语费用。对对对对，我帮你截图，在其他指定的最左下角那一栏。对啊，我是没有巫术粉末，等一下我找一下巫术粉末吗？我帮你拿。看到了，谢啦。巫火粉末吧，接下来也是巫火粉末。啊，请问这个我好像是翻什么？我好像开到那个之前僵尸的那个僵尸的东西，有一个巫术有这个是不是？对，生命的腐化事实。哦，有吗？宝，你有帮我看到吗？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好，有我们他们很努力在打僵尸，很棒。在那个掌握生死和不死的力量，然后一直选最右边，然后把那个腐化值升上去，逐步升级，升到最高，它就有一个，一直升，一直升，对，它就有一个什么召唤出可怕迷雾，哦有哎、欸，雾中的不死云，哦啊，我又再中一次，不好意思，完了，我按大了，哎呦，行的，不是更多了，更多了，它消失又覆盖了，那个雾变更浓了，因为我变两层了，哦，两层，我要去哪里搜？因为我怎么没找到？你管理面板那边，你要先成为那个管理员，安心先满了吗？对，满了满了，有 ，OK， 然后你按 ESC 有那个管理员，音乐 OK 吗？有，我拿好了。我的角色还是在继续发抖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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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是什么恶魔？然后嘞，点哪里点哪里？就你看 ESC 有那个管理面板最左边，好了，然后嘞，中间，然后有一个无咒语费用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你看，我有贴在那个村长那边截图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家后院打雷了！哦哦哦哦！雷是怎样？好帅哦！你看我们家，你看有第二个我。等一下，我们家会被劈烂吗？我们家不是红色的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哇！老宇这是怎样啊？我用的镜像的我，我打不到哎。镜像复制品我看到了。如果有哪一些是需要消耗品，我怎么被站起来了？哎、欸、不是不是，我怎么被石头压住了？我是石头压住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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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了。有人被吐走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用对面的桌子用一下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请离桌子远一点哦，不要打扰正在学习的伙伴哦。有人还在读书哦，大家玩玩归玩，不要跳太近哦。我们在外面打球了。你当球，当腐化。哦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被夹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有个恶魔，蝙蝠吗？好像是可以带你飞吧？带你。哦，那个
要飞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玩的东西，所以跟大家小小预告一下。啊，我的蝙蝠直接弄到闪电风暴的云里面是怎样？因为我的名叫闪电风暴。哦，闪电！我打雷很。哦，哎，我这有点高哎，我要怎么降落啊？你不要按空白键，它就会慢慢缓速。去村子里面来，对，会劈死他们。哎，你可以试看看哎，你可以去里面看看。嗯，闪电怎么用啊？对啊，闪电是在哪里？最右边，最右边那个什么气象什么鬼的？对对，自然与现实本身啊，我死了。两次到最后面的样子。小雨，我们进来用啊，我们在村子里面用啊。我摔死了，都是右边吗？被魔法。对对对。音乐 OK 吗？没有没有，还在学还在学。哦，没有，我是太多东西可以跟我讲。怎么录都死。如果我是红色光，我就是顶裂嘞。确实。哎、欸，然后我们的腐化可以隐藏了、欸，哎，对对对，它有一个可以变年轻，返老还童，明星化露水，对，吸一下就、OK、在那个让虚幻看起来更真实，欺骗五种感官，哦，里面有个隐藏的腐化，有在 P 吗？他得要等一下才 P 一下，哦，有了，再打了，再打了，他有打到人。没有，有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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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啊，没有伤害啊，没有伤害啊，有他受伤，他要杀我哎，他有他有，你是打开 PVP 了吗，杰克？没有啊，这是那个哦，你的分身，我的幻象，他的分身。所以真的有打死人吗？大概才50而已吧，很少。哦，那就让他没有，就是让他们觉得啊，天气怪怪的，要躲起来这样。啊，沙漠里面大打雷啦！他们也不知道打谁啊，他要过来打我，那好像就是我的雷。因为这是暗放东西，他们打王啊。那就让他们再浓一点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放，你叫一个那个你的影分身放在这边，他们就打影分身。对，影分身在哪里？可是。影分身一样吧，一样是在什么欺骗五官那一个？欺骗感官的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右边鼠怪第二个。一个不够就来两个雷。然后升级之后的左边。哦哦，激怒敌人的镜像复制。对啊，我放了一个。他是跟那个奴隶一样，他会。他们会去打他，我好像都被大师姐引走了。我放在树下，因为我想说让自己去扛啊，自己很坦，很扛很扛，让自己扛。这会不会打那种大王或干嘛？感觉还不错，可以帮忙吸一下。可是你要有时间去释放巫术啊。没错，确实。那你们一起转，他只会站在原地。他就站在原地，他只会站在原地，站在那边，雷会劈他，跟避雷针一样。避雷针呢？我要线条、啊。他是打在你身上、欸，雷劈他一下才两滴血而已。对啊，好烂烂哦，好烂烂。哎，是打得到的、欸，打得到、啊，我们自己人打得到啊。就呆呆。可是他那个血量扣起来满满的。他、啊、就是两滴两滴扣、啊。对啊，两滴两滴扣。他已经很两滴。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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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破甲一滴一滴。哈哈哈！全大家都学完了吗？我刚学完了。哦，你们学完了 ，OK。大家可以 OK， 那可以试用一下吗？还是有人还没试用完的？这边好吵。玩一下，玩一下。哦，可以玩一下。我去拿个法杖。好。OK。哦，这里好起雾了，不要叫鬼了。这里好雾哦，没事，哎，家里这边还好。跑鬼车，看来只能叫闪电风暴制裁他们了。闪电起雾，来点黑暗啊！我操，好雾哦，好黑哦！看，这边看得到了吧？看得到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玩弄天机，不是我刚又有一个是什么显示附近珍贵的资源？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有啊有啊，我现在看那个旁边那个铁石，那种都亮亮的。哦。哎、哦欸，
没把树砍掉嘞。他有回收的、啊。对啊对啊，我记得他有一个直接采矿的法术。有啊有啊。哦。那个自然的力量那边的。一个回收矿物。对。他好像先升一次。他连树那种都毁了。哎、欸，好多、哦。嗯。对啊，我不想再亲身上的东西了。开桥喽！开西。开西开西。哦哦，好多东西白痴都满了，你干嘛？我要把它丢掉。太巧了，这天通丢掉，按错了。哦哇，啊，好掉下来了。哦，如果我这边再造一个那个，你会觉得很烦、啊。哦。哎、欸，看一下哦、喔。他那个打雷好像就是全场只有一个，哦，全场只有一个，他没办法重叠啊，好可惜。会被拉起来，会被拉掉，救的。哇，桥没了！哇，好帅哦、喔，怎么长这样？不会，可是就被挡住了，完全被挡住。自己造的东西自己爬，好好玩哦！哎、欸，现在是血月的意思吗？对吧？日食啊，日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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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乐，喝可乐。那阿旺要不要一人发一个那个宗教的那个主教啊？宗教的主教，你说他用那个、哦、召唤那个吗？就直接给、哦、可以召唤哦。对啊。哦，我想说化身要不要先之后，因为我差不多有活动开始，可以开始玩了。好，好，那先问大家要刺激一点还是安全刺激？刺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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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刺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家到那个上面那个平台好吗？就上面的平台集合啊！啊，我下来了哎、欸！我也刚下来。应该不用带自己的人吧？是不是？还不用先不用好了，因为是危险模式，先不要带好了。是不是谁先谁输了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下来。那个直接下不来怎么办？有他下去啊，他下去啊。他不是在马厩上面吗？对，我们在马厩上面啊。大家先集合啊，先不要带上面没关系了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先不要带奴隶哦。好好好，算。哎呦，好水哦！哇，那个谁在抖？啊，大家都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。那我们的那个平均散开哈，不要太近哦。这不能太近，哎，不要太近哦。稍微有点间隔。对对，有点。左右各排一排。对对对对，都在哦。好。好。嗯。好，那看一下 DC 那个村长上，我贴一张图。有人滚下去了，滚、欸、下去了，滚下去了！还好我刚才比较前面啦，稍微往后滚了一圈，要跳槽就滚下去了。在还在爬上来的，就自己慢慢爬，其他在上面就停一下哈。啊，我下来了。啊，就是那个哦耶，盯上他的这张嘿。你们看到那个有一个在第八的位置。D8? 在靠近右边有一个水滴的图案，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图案。你们看到 D8 的右边，我们要去那个位置。OK。D8 就是你说人物位置的那个位置吗？猪八，猪八右上角的那块、哦、那个水滴那边，我们要去那里哈啊？怎么去呢？你们看到那个法术，小雨是法术哪一个、啊？法术正中间那个。正中间那个召唤恶魔。召唤恶魔。召唤恶魔之后，然后逐步升级。对，然后有一个召唤蝙蝠恶魔的那个。对对，然后召唤有啊，先啊，啊先没有要飞嘞，先下来、喔。先没有要飞，先下来。哎呦哎呦哎呦我要一二三，一二三出发的呢。好，下来哦、喔，你各位怎么下来 ？C 他 C 可以直接跳下来。我说 F 啦、啊、F， 你对我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，他就会慢慢降下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中间恶魔，然后顺序是什么？我刚开地图没看到。恶魔，然后正中间恶魔升级，然后就是。好好。就正中间点到底就对了。对。啊，
然后那个管理面板哦，不要开神哦，因为大家说要玩刺激的。哦啊！我本来预设神关了，彪彪，把你的神关掉哈。我本来预设是要大家想说，我们就体验飞过去的感觉啊。但是既然大家玩刺激一点哦，啊，就自己注意高度哈。啊，等一下飞的时候要注意他的耐力哦，他耐力没了，你就会直接摔下来哦。太刺激了啊！哎，人家浮化很高哎。没事，那没事，大家都会腐化到一半的、啊，没事。然后那个刚刚忘了讲，猪八那个位置飞过去，要到一个找一个狼人，狼人有没有站成一个狼人？你们可以地图放大一点看那边，那边有一个很像斧头的一个东西嘛，它那个有一个 C 有没有？右边开口那个地方，那个是准确标在那边。好，好 C， 啊那边有一个狼人，就是飞过去找那个狼人，在前面等他，那边就是终点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反正不管啦，我是飞到猪八那边就对了啦。对，飞到猪八，对最低位置。哎啊，大家都看好方向了哦，都 OK 了、啊，先放下你了。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领头羊啊？有没有领头羊？没有啊，大家一起猪八。但是没有啊，我们是竞速哦，竞速啊，好吧。请各位放下你们的法杖，放下你们法杖，大家不可以、要先放下、哦，每一个都给我放下来。什么放下？什么放下？右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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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键。你加完到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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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等一下说一二三 go 的时候，你们才可以开始按你们法术啊！好，好，等床上玩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，好了，来喽，预备喽 ，go！ 来，一二三 go！ 七瓶盖，七瓶盖，有人多跑，有人多跑，有人多跑，七瓶盖，不乐吧？爸爸，走喽！太会了，宝贝们！哇！好多快！走喽！空白键，是我抢的，是他抢的吗？你的鼻子卡住了啦！我死了！还好啦！被撞到就下来了，被撞到了！后面连环车祸啦！还好我行啊！慢慢滑，慢慢滑，慢慢滑。所以刚刚是，刚刚我是撞到谁啊？摆烂掉下去了。什么恶魔？恶魔不能在封闭环境。封闭环境中，没有太近，移动一下位置，他头上不能被挡的，不能被挡的。那个摔死的话，吼，因为为了时间不要拖太久，吼，摔死的话，你可以传回去你摔死的那个位置、啊。就刚出来而已啊，所以我还是得。我才刚出门，有太多了，直接飞。I don't care。你说万一有人飞很远哦 ？OK。不是哦，刚刚有人去撞人哦，后面就车祸了。好狠哦！那个后排出。什么耐力条没了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完了，我好像会摔死。确实有没？他确实有耐力条啊！我看那个，有对，有他有一个紫色的，他有要有850。哎、欸，你又撞到什么了？为什么？哎呦！哎，为什么？我爬不上这个山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也是哎、欸，过那个树我就摔了哎、欸。那是什么鬼啊？摆烂是不是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一直撞的哈，自己绕过去那个障碍物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怪怪的，也不给游戏体验啊！完了，我好像没耐力了。Oh my god！ 现在还在加呢，想什么？你们怎么都还在加？没办法，就是卡住啦，赶紧降落啊！一直挡住啊！现在有谁已经要到啦？很难呢、欸我不知道。请问你快摔死了吗？快摔死了，用抖的挂。小雨，不要这边，这边很危险。那这个山有鬼，等一下可以让他休息。这山有鬼，他不能休息。他不能休息，他只能一趟搭到底而已。对，嗯。你上哎有吗？对不对？那个山有鬼，你不要了。好像是他的有点问题，没有他的碰撞面积太大了，看起来没碰到，可是会撞到。好，我离远点，我离远。哎、欸，我就只飞这样那么一小段。哎、欸，我也是、欸。我就还没离开家里，我在家里。我真假的？我刚才找狼人了。我已经坠机坠三次了，还没出。
请问可以在上面看地图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再按按 M 就可以 ，M 就可以了 ，C 就可以打开了 ，C C 就 OK。完了，我哥要砸死了，他想说怪怪的。等下他会，我看有人摔死了，我看有人摔死了。哎，一百滴血真的太容易死了。是哦，啊，这个就跟白痴一样。哦，解锁一个登山家，哎，新旅程。然后我看到有一只世界 boss， 是不是啊？世界 boss 还有耐力，为什么？会有一只超大只的，你可能不知道旁边有什么山壁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它只要碰到它就起来了。哦，吃我啊！叫蝙蝠，白痴鸟哎！那个有飞机一直在蛰人呐、啊！哎呦，怎么觉得骑马好像更好一些？那这是玩啊，不算你变成骑模式的。体验飞行哎，哎呦！那如果不是世界模式，是骑那个风马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世界模式就是有开神。有开神，我摔都没事。大家摔下去至少不会死。对啊，我看到有人在打蝎子啊，那蝎子在干扰我招蝙蝠，没办法。我想要招蝙蝠，不给我招。太夸张！哦，对，哎、欸，我看到狼人了，我看到狼人了，太快了吧！然后我们昨天我本来预设是要大家非要火山，对我原本是这么想的。你也是蛮狠的啦。然后没有，然后我们昨天他真的飞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白痴了。然后我直接更改目的地，没错。啊，经过测试之后。没有办法降落吗？好可怕、欸，我要摔死哎、欸！你不能飞太高哎、欸！我们已经从马拉松变成只要跑百米了，大家加油！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氮气。这边给大家一个点哈，我这边我这里，你到了，快了，到了，我到了。好，我先跑个百米啊！要蝎子要蛰我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可怕、啊！我看沙漠好多人哦。对啊，沙漠超多人。这个应该可以爬上去找吧？我可以把你们射下来哦，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妈的，有内鬼、欸、！OK， 没关系，我过去，然后就直接先把你弄死。开启 PVP， 没错，我没看到你们啊。即刻还没过去哦，还没到、哦，我是说我过去的时候没，了不起哦，没错，没错，我第一名，我是冠军，I'm a winner，OK、okay? OK。You are a loser。那你第一名的奖励就是把你从这边踢掉。哦，不错哎、欸，还不错、喔，恭喜你哦！哇，这游戏好刺激哦！好羡慕拿到这个奖励耶！好羡慕哎、欸！谁是谁？我真的被射嘞、欸！对呀，真的、欸，而且被射怪物追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喝水。等一下，你走，等一下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你不要不要，你再嚣张，我就要提前让你一个礼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送他下去。别把他踢出去啦，我还没到，没关系。等到我们都到了，再对对对，你再进来。哎，结果我居然是第二个到、欸，我发现没有第二个是音乐，音乐被石头怪揍了。这是音乐吗？我刚刚在砍石头怪啊。可是那是有人就把他射陨石射下去啊！对，哎、欸，就这个刚就刚那个在小那个是在那边吗？他不是还在更前面吗？对啊，点还在前面呢、欸。啊，我走错了吧，前面一点点，前面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我发现这里的王宝箱了。哎、啊，哇！我现在才知道怎么飞。我都是滑下来，滑下来而已。你终于学会了。对，原来按空白键呐、啊。没错，空白键往上飞。越飞越高哦，很可怕哦。你这样飞太高哦。而且它往上飞的时候会很耐那个很好那个耐力。这。哎呀，先到着帮他收一点生肉啊。哦，生肉是不是？我们一点野生肉。蝎子有肉吗？没。可是这边好像都没有野生肉。啊，蝎子有野生肉啊。哦，蝎子有吗？哦，踩踩看，踩踩看。我有哎，有哎，有有有有有蝎肉，你怎么倒了？啊，哎呦，死掉了！我被蛇毒死了。哦，再背一次是不是？再背一次，倒了。怎么有雷达？
蛇毒死啊！好惨啊、喔！好不、欸，好像会摔死，好像会摔死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挖矿哎、欸，嗨，是杰克吗？自杰有好玩的，因为我刚掉下来而已。自杰克，自杰克，到了到了，自杰克。因为我也加入自杰的家族了吗？欢迎自杰大家族。那自杰克，吓死我了！我刚才那个大王在我面前，我脸都绿了。你说山上那个石头怪吗？我还发现他的那个王的箱子哎。啊，没关系，小啊，不然就是先换完、那個。那五个而已，五个而已。就把换每个人的那个钥匙。没有、啊，我觉得那钥匙一换就要马上喝，因为那个时间超短。会坏、欸？不是，我看不到我的咒语了。我现在老板把我卡在墙壁，你出来！我施法到一半看不到咒语了，然后卡住了。这么难打、啊？哇哦！因为他在回血。哇，影院的游戏怎么都那么好玩呢、啊？有真地上有那个神咒。也是、欸、再顶你一次会不会起来？我不知道，我再顶你一次看看。卡住了，不然你用那个、啊，你用神飞出来就好了。看起来，嗨，我来了，TP 也可以我走的。对啊，或者你用 TP 人把自己踢出来。我也来了，啊，你石头怪，我踢出来了，踢出来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所以大家都到了吗？我到了，我也到了，有点点名。一二三四五啊！肉找来的，当然在这只的尸体下面。好，拿了，一人拿一份，一人拿一份。你们先不要换好，我看一下他的支持度。哦，一分半呢、欸？那一分半，那个大家可以，我本来是要。想说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，但是等一下会需要用到你们的努力。那大家先回去吗？先回去带你们的努力啊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就传过来吗？还是？对，直接传过来就好了。请问是人还是兽？都可以吧？都可以带啊。都可以，就你才会带，你才会带出帮忙打的。对，有个副本。欸、那我在这边给你们当点，等一下你们传过来，然后再直接传掉。不是那边有点吗？直接传掉了。走喽。OK， 好。直接出来玩。我回家。我要带那力量、啊、人，摔死人吗？我听到前面的很有骨折的声音，骨折的声音啊！对，那个水跟食物哈，要记得先啊，水跟食物还有补品记得都带好、哦。没有的，不然现在再回家一趟。没有的，然后现在回家一趟。那我再回去一趟。你、不是有很多那个吗？不会钥匙丢在哪里？大字节里面是在马里面。OK， 大字节没有，把它塞进大字节。大字节，大字节，对，大字节的那字节，好好绕口哦，就跟你我那一样。这里有没有舞者啊？我带了舞者了，有罗巴，我要看一下。我带到那个门口了，刚刚的门口那边。好、哦，耶、yeah, ，腐化越来越少了。啊，小友也摔了，都要回拿吃的。这里没有吃的吗？好飞！哎呀，我的妈嘞！从痛苦里面，痛苦之乳里面偷吃的了。我直接拿稀粥。对啊，拿那个粥。老公吃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到了。我找五娘。到了有五娘吗？啊，有、嗯、小雨你还有吧？野生肉、哦、有了啊！什么？我还有什么？野生肉啊！野生肉、哦、我刚好丢在那边地板，你看一下。哦，我有哎、欸，是吗？如果没有，就要去旁边打一下鞋子就有。这边有一只狮子，我身上还有25个，等一下、啊、拿错了，我分一下，我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我有，我刚打那个尸体有了。OK， 这边没有的来找我拿，谢谢。这五个就好吼，没有要多了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对，
嗯，我刚刚换的那个药水去哪了？蓝鲸有吗？有。时效的一分钟就没了，他一分钟就没了。就是，哎，那我这边分给你。这边，这边还有六个野生动物。我说奴隶的票也要不要算进去啊？西班牙奴隶票，奴隶有在算票的吗？我们一加一啊，好不好？换了药水就直接喝了哈。好好的，我要等你说喝我才喝。好了，喝了，谁进步了？喝了。什么水？哦，紫色的吗？对，紫色的。好，有一个午夜药水，直接喝。哎，直接进了耶！这种感觉像什么童话故事的感觉？好漂亮，魔兽世界。啊，这样很漂亮。对，很魔兽世界。像的魔兽世界。好像刚刚先跟那只狼人兑换哦，没事，大家都进来了，这个就回去了吗？还是没？那结束了吗？对，这个就会直接走回去。那我们，反正他就是一个狼人叫我们在这边打分。那还是我们派一个人出去看，跟那只狼对话一下，看有多的。那当然就是村长去啦。那我。我有一个肉欸，给你生野肉。你是我要怎么出去？我也有一个。我刚好你们有两个嘞，有了我捡肉捡肉。不是啊，你还有野生肉吗？我有20个。对啊，这里有豺狼，这里有豺狼可以挖。阿川，你直接跟他对话，看他说什么好了。对啊，你跟他聊天聊一下。狼送小。狼送，等下我要先去找那个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波波了。哪一个？求真飘，最好看大眼都是用飘的啊！选我狼人先生，狼人先生说啥呢？他说：“我出现令你很反感吗？你的族类总是不能亲切对待非自然的事物，太过分了。要是杀死伊佩斯，可保证我能回到自己的领域，我肯定会下手的。所以他现在被困在这了。伊佩斯可，哦，对吧？哦。”但是他念的咒语将我们无形的线都束缚在，将我们以无形的线束缚在一起，所以他是被绑住了啦。哦，他说没有帮他解脱吗？对，他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，他被击中我会受伤，我被割损他就会流血，就绑在，就是牵线了，牵线了。哦，冰体了。对，要我回去就必须割断这种束缚。好，他就讲这样了。OK。可是我们割断他们应该也会死哦。确实，对，速降没错啦。对啊，让他解脱。所以 ，biu biu 在哪里啊？我刚刚不是看到他？我在外面，我在里面呢。就喝水再回来吧。看你要喝水还是直接踢皮进来？我有办法直接踢你们？这有办法直接踢哦？可以直接抓我吗？你直接哦？你是说踢玩家不是踢地图？对啊，哦，踢玩家。怎么大家都在游泳的感觉？因为那个啊，送上个礼拜的奴隶都会这样。对啊，你往岸上，他就可以，就是看你输过的指令。有那个 teleport to player。对对对。你怎么在帮放伏击师？降进步。有，我有。我有马。好诶。好像没有船诶。没有。没有。都其他人的 ID 呢？对，我现在就要每个都要试一试。你试一下，还是哈基可以拉他进来？什么谁？团团，瓦拉，我打到 W，有人，瓦拉 ，W 有了，哦，喂，那就可以走喽。那我们就往前走吧。好，所以我们杀了他之后，那个狼人就掰了。照理说是这样，照理来说，他的可是应该是他的伙伴们，大家都会死。孩子，你来了。他如果说全部大家都是被这样牵连，你还没准备？哎，怎么在偷咬我？哎呦，敌人呢？敌人呢？对，哦，不是猪猪，是有好多鹿哦，死掉的鹿。哦，有尸体，我终于看到猪猪了。怎么有人死在这里耶？刚杀的。夜之四兄弟听起来超中二的。这是第一个王吗？他这边有个图腾呢。哦，这里是猪来了，七百滴血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拿好我的菜刀。啊！切猪肉，切猪肉了。我手里是菜刀，培根。啊！
欸，我从多久以前就看到生猪肉的食谱，都没有猪肉。居然是为了食物吗？肯定的吧，肯定的吧。居然是来做菜的。猪猪哎，这边猪很多，你可以慢慢挖。哇，太多了，我已经挖够了。有人的马，有人的马被射了，有人马被射了，带马这边这边，是吧？他在射，他们会射，这边、啊、猪会射，没有没有，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，这边还是有人啊，这边还是有人啊，哦、真的假的？这边有人哦，有啦，啊、有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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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到了第一只王吗？哦，有吗？他吗？好像是哦，是吗？猪人，你是夜之师兄弟吗？哎、欸，这个血没有比较多哎、欸，他超烂的哎、欸，他一下就死了哎、欸，他140随者而已啦。对，哦，对，他超烂的，他坐在中间而已啦，还没到啦，还没到，旁边还有弓箭手，有有有，追随者，捡个，他们都，我操我操，哇哇哇，哇，追随者有老虎、欸，是白老虎吗？是狼，白老虎，他是狼啦，是狼啦。他有猎狗头，又不又今天很强哦，听着吧。哦，我超多猪肉的耶，哎、好难过的声音。你是猪肉人？我是猪肉人，猪肉人。下一个图腾，图腾换了耶。猪肉人，我的超人。这里面的怪物都比人强，人的血太少了。对啊，好脆弱、哦，人类好脆弱，人类就很脆弱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脆弱的生物，脆弱的生物，欸、可以挖矿吗？我四个野猪头，难怪你讲。压切一只猪，切四个头出来。你要四个猪头？对啊，四个猪头。这是我的猪头吗？哎、我没有打长枪。哇，很像你耶！还是你就是主谋？哇！我一定就是把你们，把你们王八，对啊，把你们骗进副本全部杀掉啊！哇，有料哎、欸！这有香菇哦、喔。他叫鹅俊高哦、喔，看起来很厉害、欸。他好像是有毒的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可是我找不到哎、欸，他在哪里？哦，就地上亮亮的那个。这只就是药，中毒了，白痴、喔！我觉得他有毒啊。这边有啦，哦，他要写说明吧。有毒的东西有可能不宜食用，有毒的东西最好吃了，有可能啦，有可能啊，搞不好没有毒。他标签有毒啊！标签有毒，他99朵，其可能那个100朵里面有九那个啊，一朵有那个毒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毒藤在哪里？你是有毒抗性是不是？吃了不会中毒？还是你要吃100个，你就可以学会毒耐性？没错没错，吃100个就可以重生了。你是那个蜘蛛吗？抗毒性，抗毒性。现在不是流行吃什么就得到什么抗性吗？对、啊，没错，以毒攻毒吗？对啊，我埋伏位，埋伏位。他去哪里？假、欸。顺顺一郎跑出来。对。啊，顺一郎这边会热。啊。哦。前面吃了什么？什么图案？这里亮亮呢。亮的。这个是应该是打完一个王之后才能过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跑进来了。进来的啦，进来打 boss， 打 boss。夜之兄弟新来进来了，各位。我是想说，这个应该是有屏障之类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是我们打完才能出去啦。嗯，好大只。啊，怎么看感觉很普通、欸？3000滴啊，比那个荒原的大象还烂哎、欸！瓦干达，瓦干达剩半血了，瓦干达没了，我还没抽。哎、欸，我这下都还没抄完，你就把他打死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荒原大象都10000多滴血啊，这个才3000滴。他没什么特别的。哎、欸，肛门是两条路哎，要走哪一条？哎、欸，这边有开吗？这个是刚有两边都有开啊，另外一边那边是有那个是另一个路口吧？刚刚有图案的。对对对，对啊，这样要去哪里啊？没有啦，这边他开三条路了。哦、啊，你们来这边看，你看。哪边啊？哦，三个有人，哦、有豹，然后有熊，是打完豹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，那就走中间啦、啊。打人是可以去打王，打王。我们曾经说着同一种语言。我去看我的分灵体啦。没错，雨月不是真打我啦，雨月打王吗？你倒是打王啊，没错啊，是的，是我的分灵体哦、喔。
你看，一个拿武士刀直直往我冲过来。杰佛萨格，这最后应该要打一个最大的叫杰佛萨格，是不是？这两间就死嘞、欸，哈哈哈哈哈！浪费啊，浪费的，一套还不打完就死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爪子、欸？哇、哦，力量妙药，我喝了。力量妙药直接喝了、啊。哇，他这样叫的、欸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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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被打惊喜了吧？够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。哦、真的、欸，他们都是被打惊喜。他们在这边好好的，然后我们自己就在那边搞他们，冲进人家的营地里面。所以在他们视角是大清洗来了，大清洗来了，一个都不能打这样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大清洗那么烂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他怎么连第一波都打不过？哭了，第一波就被死跟鬼一样，太可怕了。溜的溜的，哎呦。溜了溜了，有攻击所有普通黑豹，是人吗？怎么会有黑豹？他们是好朋友，宠物好朋友。他们就直走，要走哪边？直走吗？反正都会到吧，感觉都绕一绕都会有路。哎，前面变了、欸，前面变了，变了呢、欸。前面是熊哎、欸，看来不是了、欸。我要往回走，那就是左转，那就是左转了。你的今天的村长是没有任何方向可言的、欸、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有了人，啊哒哒哒，啊哒哒哒，哇，你们死倒了啊！猫猫，哇，我一下都没砍中哎、欸，还有一个鼓哎、欸，不要接他了，哇、哦，你们一下就都把他打扁了。对啊，一走过来就打差不多，不够打，全部都没有了，太弱了，哇，太狠二，太狠了，所以他四兄弟应该是一个人一个豹，直接秒杀，然后再再一个是我们刚刚打那个、猪，猪，猪吗？猪是猪吗？那猪有猪网吗？没有，感觉很像豹，不是吗？刚刚是打豹，第一只是打豹。对啊，猪这样算吗？打爆了，打爆了，被打爆了，应该是对的吗？我看不出来、欸。没差了，走看看。两只在睡觉的豹、欸。大不了今天都在这嘛。他刚刚是背向我们的，这两只豹。他刚才休息 啊。休息是背向我们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这里这一路应该是哎。这是对耶，对耶，是爆的耶。我们绕一圈回来了，进来的地方、哦。要么就是那边是其中一个进来的地方，我然后其实走这个口吧。哦，龟，是熊了，熊，熊啊，熊啊，啊，都打熊了，真的是熊熊，1500，1500，1500，1500，我打熊熊，又秒杀，又比较强了啦，熊没了，熊没了，熊秒杀，熊没了。熊熊啊，无敌耶，应该有吧？对啊，可以挖挖看啊，我没有挖。惩罚他熊，好多熊，哦，好多熊、哦，熊一堆熊，有熊洞，有熊洞，有熊洞，熊熊好朋友哦。那他会叠在一起吗？还有熊熊三熊，他三个颜色吗？啊、没有，他们都同样颜色。大熊熊，没有哎、欸，只有熊皮而已哎、欸。啊，没有肉啊，熊熊没有肉。没有，还是因为我是拿切肉刀啊！哎，我吃过熊肉咖喱耶，好、啊、真的假的？在日本买的，好酷、欸！我以为是这游戏的熊肉咖喱，不是，我是说现实的，好酷哦！就还好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，还好。就肉吧，我觉得应该是咖喱本身调味就很重，所以你也吃不出来。对哦，它的肉质怎么样？哇，不是那个肉质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。加热过后的那种咖喱包，所以那个每一个都超干的、哦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它，你可能又叫超干还是小熊？你可能可以抓吗？可以抓吗？有哎有哎有哎，有在后面两只，所以我要直接去抓，直接抓，直接抓。我去打他妈妈，包围他，抓到，大智可以解决，大智可以。浪浪变孤儿。
发光的东西。他们不是孤儿，他们的爸妈是我们啦。你爸妈不要你了，爸妈不要了你们了。来，大智姐，嘴巴张开。我是在一个洞穴捡到你的啦，可是里面很多。哎呀，我在一个洞穴捡到你的。来，过分呢、欸，是啊，好可爱、欸，过分的人类，越吃掉哦，残忍，好难过，残忍的人类。他的爸爸就是大智姐，OK， 肯定没问题啊，有，看到门了，好诶、欸，终于走对路嘞，也是对的，门哦有诶、欸，对，哦有看到了。然后飞发捕种熊，我们这个是爱与照顾。又没有埋伏。两只。我们怕他们绝那个啊，濒临绝种。怕他们绝种，抓起来保育哦。小只的抓起来保育，大只全部杀掉，这才是绝育的理由吧？哦，你是大猩猩哎、欸，里面那个都，里面那个大猩猩屁股好翘哦。啊！怎么会变猩猩？猩猩屁股乱，小臀白屁屁吗？这边不是熊吗？还是你看到熊？哎，你看到反过来的猩猩？他是猩猩没错啊，银背猩猩。走了各位，走了。怎么可以捕熊？难怪熊熊会绝种。吃猩猩，吃猩猩。一三，被拉走了。三两，屁股好白哦。对啊，你不要再装了，你再装出来他已经要死了，你在打架了。哦，不是，我卡壳，你为什么还没死？谁死了？连敲三下，我死了，好狠哎！快点使用 DP 大法！哎，不是有什么复活术吗？没有，我原地复活。我踩到隐花了。隐花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你们记得就是做料理，不是有一堆那什么隐花料理吗？嗯，哦，那个调味料。哦，还在这边取得吗？对，就是这四只王身上会掉。哦，好哎，那个人家打到第二次，可是那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用不到了。它是提升那个变异几率的，那个宠物的。这里可以出去吗？这应该是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哎。你刚刚照理来说不是走这里啊，要走他隔壁开的门啊。对啊，应该是嗯。好啊，这边走。他那个是打的顺序吗？下一只要打的是那个蝙蝠，是不是？蝙蝠？怎么知道那打的？你看后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自己的图腾啊。这是我的谢谢森林。他下面是星星，上面是蝙蝠。哦，对耶。蝙蝠哦，看不出来。就那个啊，那时候在那个什么。城市遇到的那个，这边是豹哎、欸，你说沙漠遇到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啊，白蝙蝠，嗯，哎、欸，这边可以飞吗？不是试过了，哦，你试过了，试过了，试过了，刚才那边只有法术哦。要走哪边？右边吗？右边。我走。剑齿虎是豹哎。哦，六百。剑齿虎。哎呦！加子。救命啊！尾巴好短哦，好可爱哦。麒麟尾。麒麟尾。好想要。短的。好想要唰一下。哦，这小尾巴。我突然发现，今天波波去认动物都是认错的。没有，今天就很天好。我要去抓他，右剑齿虎，右剑齿虎。我们走这里是对的吗？来，智杰嘴巴张开。至少有新的怪，我们就当做对的吧。至少有怪可以打。走，那就走一下。哎，白色的吗？那只还是只光而已。那个剑齿虎前面那只，哎，那只是火的火堆吧？亮的吧，烫白就偏白白的。好不，那个是很会打光哦。对，真的打完美那个光。哈哈哈。环状光打起来。环状格格。环状
战线，环战黄什么啦？环状黄，南黄环状黄，那我要讲黄，让他来绕口令。好了，不要再逗笑我了。这个再讲一百次都可以逗笑阿王。环状黄哦，有了会念对，环状黄，对了对了，环状黄，他成功。环状，哦，行行行行，哦，怎么有声音啊？哦，太酸，哦呦，那直接倒哎！我们去香港展览馆荡杆跳杆，犀牛哎，犀牛哎，是跳下去吗？哎，是跳吧？这边有牛哎，所以他写物资兄弟哎，物资兄弟呢？跳，我可以直接射他吗？你说当外乡人在上面打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哇、哦，他好凶，他好凶，他好凶，好开心哦！疯，斗牛的那种哎、欸，斗、哎、牛头上下来，猛攻，让他流血，让他流血，不是，下来先扣一半的血，对，下来可以把顶过去一点吗？我们这边踩在他头上下来，被踩到了。这样是有没有伤害啊？很疯哎，他很疯哎，他很疯哎。肯泰罗，哎，我的箭矢是有射上去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扣血吗？他看到勾罗的那个红色，我们这是在斗牛吧？对，是斗牛吧？哎，有没有拿一下红色的布？红色的布，狗狗龙是红的啊。内裤可以吗？狗狗龙是红的，对，狗狗龙是红的。这个分身真的是一点都没有。我在干嘛？我要跨步。每次他快死了。而且我还被两个奴隶卡住，你们打再来共同一起出来，输了啊！你数了吧，我他旁边就哦，有了，旁边有那个长出来，鹿长出来了，鹿长出来，好多肉跟皮哦。哇，志杰你好棒哦，志杰你现在长得这么大了。自己大容量了，大了自己听、啊、我看这边有东西，嘴巴都口水、欸。这边有，嗯，如果大家都在塞，自己好慢哦，自己好慢，没事。你把肉丢掉啊！哦，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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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地震啊？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这样地名是不是？你的声音可是有地名吗？有点是说现实还是？对啊，你在说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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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我也是说现实听到地名，好像什么鬼？哇塞，现实听到地名，他是不是巨人要来了？海德那边，海德那边，海德哥，我站最近，然后不打我。哦呦，先往后跳，前面怪变的。狼人呢、欸？狼人来、欸，狼人阿旺哎，阿旺快！哎，真的是又有门了，又有门了，掉叔叔！哎呦哎呦，要攻击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丑哦！我的天哪！他有小狼哎，他豺狼哎，豺狼啊，豺狼人啊，他是豺狼吧？豺狼人，有豺狼，一个好可爱，一个好丑，到底是什么？而且前面还在说是阿旺的伙伴，到底是什么？他们曾经是人类，但没有听到歌哦。还没有听到过，哎，红色蘑菇哎，哎，是不是到了最后的？好像是哎，对，第三只哎，好像是，大家都来哦，第四只，来嘞来嘞，走啾啾声的好吵，来了来了，第四只，没差了，反正就走啊，走。血之兄弟，哦，这么帅，这么帅，真的狼人，真的狼人吧？哦，攻击好快哦，但是我喜欢这狼人嘛，这是会有本事的嘞。这是市场好像又有本挂了，有本应该有本子的就真的要被射死了。推我一下，他要没了，还要被射死了，拜拜。给他穿个内裤吧，不知道。哪有下我下穿内裤了？后面，上面，哇，太大了，这个有本子吧？这个有本子吗？这整个人塞进去吧。吃掉你的战利品！有人射他，我射他牙齿。战利品啊！哎，有记忆之肉哎！我没有打到，就刚刚那个狼人掉的，掉很多吗？我们现在是要九个人抢一个肉哦，就一大堆一大堆，就跟之前的那个风袋一样。大家都那就一人吃一个吧。好，那我丢在地板上哦。啊，我这里有在地美食。请自己拿一下哦，在地美食，不好意思，还有点卡。他说看不到，直接吃哎，看不到哎，那就直接吃啊。好，我看到。
这么大一箱，对啊，这么大一包，肯定看得到了吧？学会新的制作方法，有了水可以喝、欸，这是血嘴哦，那个啦，宗教啦，哦、宗教多一个的，狼人宗教是不是？对啊，我、哦、这就回去了、欸，哎，回去吧，我够了，那个就主要是学习东西而已吧。嗯，等下我家移动了，我家移动了，过来。啊，石鼻幼儿，猫幼儿，猫幼儿，猫幼，猫幼儿，就是他、哦、他的宗教可以做很多幼儿的东西。还是我们这是哪里？他是不是在右拐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哦、我们传回我们传回那个村庄里面呢、欸？体内。怎么出去？哦哦，然后你一来就直接打出去。走到最前面一门。放雷喽！这是哪里？哦，我怎么被丢在这里啊？在那个酒馆后面，在那个酒馆后面。什么意思？野兽就住在你的体内，你记住啊！啊，自己、嗯。接下来就先回家，先回家。好，回家，家里静静的儿。错。在旁边。OK。居然是传出来是在这里。最好所是这次神秘的地点。还是这也是全部副本的出口？不对不、哦，我就跟你讲说，柯南在这，柯南在这，柯南真的很忙、欸。副本都在这边，那副本说我不知道出来哪，那全部都丢到柯南的村子那边水池，这样会摔死，全部丢进去。那里是安全的，送大家过去。对对对，哇，难怪叫柯南很多。也是不错的。对，啊，我们就大家整理一下，看要身上的东西，要养宠物的，要放的。就是弄一弄啊，等一下带个水，就是食物或者保温的东西。带冰，带冰，带冰，带冰块，带冰块。等一下要去火山路，放身上就好吗？要吃，冰要吃，要吃冰。对啊，你不要现在吃的、啊，过去再吃的、对，过去再吃。你在这边可能会有点冷。它也等同于是水啦。对哦，冰在哪里、啊？哪里？在在冰后面有一个冰的箱子。好，冰箱啊，冰箱。冰箱冰箱哪里？黑冰能不能吃啊？哦，这里有，不行，应该是不行。黑冰应该是不行哦。去火山嘛，对不对？冰箱，冰箱。咋了？哎，我把饮花丢进来。你看，可以制造很多的粉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好笑、哦。对啊，你不拿出来就是大便会超多啊，那边会超多大便。哎、欸，他不能养吗？小熊熊，谁？小熊吃这个吗？不行吗？熊熊不吃肉吗？哎、欸，那熊熊吃什么？一滴肉嘞，我看看。会吃素的熊吗？还是他吃蜂蜜？吃鱼吗？哎、欸，有可能是蜂蜜、欸，蜂蜜也可以做。我觉得鱼也有机会。啊，蜂蜜在旧家哎、欸。对啊，蜂蜜在旧家。不去把箭植物丢出来，传回去哪、啊？对吧、啊？我去看看，哪不知道家里面那个、那个什么、啊，那个我那个传送石有那个旧家的位置，我昨天有放。啊，你有放？嗯，就回来了。这东西都还没读出来。这边是没有读出来，还是这边真的这么空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因为你在传的时候到会卡一下。有有有。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哦，都有熊宝宝吗？蜂蜜的话也太可爱了吧！我在看，我也觉得熊宝宝还没办法长大。对，再等下熊宝宝可以给我一只吗？我有那个额外 skin 想要看看。哦，那个杰克，你去那个箱子，宠物箱子里面有，我刚放在里面，已经养好了。我想说大家会抢着要养，我先放着。还有一只剑齿虎，你喜欢可以拿去。好，你最好了哦，你最棒了。啊，小熊，吃不对肉吗？还是干嘛？他怎么没有要动？就是在想说是蜂蜜啊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感觉是蜂蜜。啊，不过你说放哪里啊？那个宠、啊、物的那个箱子，大那个保险柜前面那个。OK， 交给你了。那个冰放在一同一排的箱子，找一下。好喝，好喝，好喝啦。
嗯，在哪里？哇，我不想知道，吸不起来是不是？刚吃一块冰块。我自己现实中吃一个冰块，人也吃一个冰块。有了有了，他吃蜂蜜，冻伤了。哦，真假？好可爱、哦。他是蜂蜜熊。嗯，我给他吃樱花的。哇，他的头好大哦。头好大，就变成蜂蜜大熊了。啊，杰克要不要直接把这拿？交维尼。等一下，就直接拿。对啊，我放一只，我放一只进去。OK 啊！等一下，我再去弄一个。干嘛？我冷死了。为什么？我吃冰了。我吃到冰啊！白痴啊！卡住了！你先不要吃冰了。对啊，白痴鬼！你自己饿死了，白痴透顶了，到底是？哎呀，这个熊超恶心的，你们要看吗？看，粉红色的吗？不是不是，它是有点。僵尸的感觉哦，在哪里？还好吧，魔兽世界看很多、欸。对，这个这里。哪里都没看到。哪里？你放出来、啊、没看到、啊？哎、哦，这里。啊、在电脑后面啊，门口那边兔子哪里哪里？蛮帅的啊，不会那个、啊。还好吧，还可以啊。它很像沉默之丘里面的怪物。对啊，我真的蛮像沉默之丘的怪物耶、欸，好恐怖、哦。它有点像那个猪头人耶、欸。哈哈哈哈。哎、欸，阿花，另外一只熊好了，可是他没有眼睛，兔子前面，我有兔子前面，兔子前面，就你旁边这只啊，这只原本它是熊，有点像狗狗了，这只颜色不正确吧？发芽，这特别的，我就是有它的造型，真的吗？不正确吗？哦、造型哦，对，哇，这是谁的？是剑齿虎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有剑齿虎的，哇，没虎了，哇，那我把哇我放出来了，没办法。那我想说，你刚刚会先问一下。哇，可是他尾巴好可爱、啊。对，剑齿虎，我刚刚看箱子好像还有，可以看一下。还有吗？我去看看。很想要拔一下，你说拔不拔不那种吗？对啊，就拔不拔不，那边拉他那个尾巴，好坏哟、哦，就看起来小小的。有、啊、有，右剑齿虎。我去放一下。哈哈哈。那还有其他熊石 game 吗？我有、啊，我做这一个。我有点忘了是在那边死了。就在你原本的那个，你 tab 打开，然后右边制作东西往下拉，它就一大堆动物的 skin 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那时候知识洗掉，我现在没有。没有，它是永久的，你洗掉还是会在。你干嘛？没有吗？就如果你是 DLC 那些之类的、啊，对啊，我是 DLC 啊，可是我这边没有。我记得好像要点什么才会有，因为主要都会在你的那个你知识里面的先祖知识里面。哦，先吃。你的先祖知识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奴隶接收者，那边看有没有厕所奴隶。我是写马台的，我去哪裡。小雨。我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哎、欸！你看这个名字，哇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都是在那边。这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还抽不到他，你不要再提醒我了。哪里哪里？我要把那只白老虎换名字。要选那个啦，火锅大锅啦，才能用那个图腾的那个字调。哦，看一下。因为我的都是一般饲料而已，不用。先把台是电梯。我的熊是，它就只是有改就改名了。这是 A O I 还是 A 零一？ A 零一对不对？ A O I R O E。哦，然后 A 零一是谁？我来了，我来放剑齿虎的。我要看你的剑齿虎。我的剑齿虎很酷哦。等一下，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等一下还没放，我找一个，这边都太多努力要在。OK， 等一下叫我努力走远点。哎不过喽，也是、啊。就寻宝台是日式的、啊，嗯。啊，寻宝台有熊吗？没有。哦，熊。寻宝台有那个石头怪。我还有一些狼的，可是我们没有狼。还有一个幼狼的，可以有一个什么喜庆冠毛小狗。
我其实还有一个动物叫骆驼，哎，只是我没遇到。在那个嘛，我们刚刚去的那一块会有。行为。那一个沙漠会有的。嗯。剑齿虎。空中树工作场。他蛮难的。对吧、啊？他哎、欸，这还蛮酷的，蛮好厕所。虽然那个尾巴我看到还是很想抓一下。你觉得他这个是猫蛋蛋吗？是吧？没有看到、啊。有啦，你看尾巴小点点。有啊，你往旁边点点。他们蛋蛋有多大？你没有看过那个蛋蛋超大的猫吗？是有啦，还是说松鼠的蛋蛋？你没有看那个阿啾最近养的那只猫的蛋有多大吗？哦、oh. 。怎么大？大巨蛋哎、欸，拜托。大巨蛋。你会跳？哇，还两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不能做那个宠物饲料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？哇！我做不出来，我学了但做不出来。你要什么的宠物饲料、啊？就是熊啊。他的那一个，他那一套衣服。熊的那个，那个。可是，啊电，他说电金工作台，哎、欸、不是，可是里面看没有。做到低阶的啊。啊，这个电金。我看看这一个，因为我的也都是在这个电金桌做的。我学了，可是他就不能就没有跳出来。哦，没有吗？我都是在最右下角的地方，拉到最下面。可能是 bug 吧，不过算，反正我也没有修。OK。OK。好，去拿冰块。对啊，大家都准备好了。还没拿冰块的大家。有人在厕所，有人在厕所，有人在厕所。对，冰块没有，我只是在提醒一下而已。哦、OK。啊，那个补药啊什么的都拿一拿、啊。好 ，OK。那个火山不知道有多少东西。嗯，不清楚。OK。OK。好的。等阿波。嗯嗯。啊，有人要带仓库走吗？还是谁？犀牛还是大象？犀牛、大象之类的，有人要带吗？我不要，好卡。对，我们有自己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还有一只熊哎、欸，哦，没放出来的。那带我带一下大型箱子。等一下，我就要开创造才能拿。那你要不要拿一下？可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也不要需要什么很多东西了吧？后期现在其实都还好。嗯，阿旺在哪里？还是可以带。我在建筑，但。哎、欸，他拿不出来巫术宠物食品是这个吗？那是什么鬼？巫术宠物食品，我在里面有做一个啊，你可以直接拿走。对啊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要图腾宠物。不懂啊，没啊。我把它丢在巫术桌里面。好耶。奇术工作台里面，一个小小。那隐形有跟没有一样的、哦、真的。隐形是你看自己旁边会那个一圈的、欸。可是看你真的很透明耶。确实、欸。不知道怪会不会看不到。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 DLC 应该是不见了，因为我记得它是要身上制作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因为我的制作栏完全没有那个东西。完。可是你的分类有选到其他的。没有我刚，哦，他现在是选全部吗？对啊，他没有，而且我 DLC 的东西他没有在里面，那有可能跟我之前一样坏掉。那怎么办？坏掉了，那就看不到那个 skin 完了。对，好不好？下次就正常了，我们还有一次机会。那我要再把这只熊塞回去。对啊，你先把它放，不然你先把它放到宠物箱。我放在那个哦，宠物箱对哦。对啊。这样，各位，市场里面啊，有一个5周年礼物，它是零元，可以拿，可以买、欸。那能干嘛？哦、真的假的？它里面有一個、哦、这游戏5周年了、哦，符号、金稿跟蛋糕。对耶，哦，够美。哦，对，回来了。你说哪边市场？有你可以把它打开，最右边市场，最右边。哦，它有时效是不是啊？12天。没有，它是这一个礼包放在这边贩售，12天，哦，5周年，啊，我只水快没，
你说现实还是游戏？游戏啊，游戏。我还不能做药水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是角色卡住了。不会，我应该是没有学到了。这时候呢，就是游戏重开。没错，再有问题，电脑重开。没错，没错。哦，那你们有得等了。确实啊，有了啦！我是前面都有学到东西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原来是自己在搞，自己在搞。我刚以为要学到，我怎么知道学个炼金的东西，我还要先学稿子？稿子是基础嘛，没办法。炼金哦，连挖矿都还不会，就想要避当密塞。哦、啊！我已经完整了，我想说不需要挖矿了。我拿一下，拍谁？没事，等你。好亏。弹力。那他隐形射一箭就血型了，你只要受伤，任何动作攻击动作就会出来了。可以。普通。他就是工程站的时候可以偷摸进去这样子，嗯，工程站，嗯，然后你挖矿就会显形了。哦，挖核心吗？对，挖核心马上显形了。哦，没有空间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总统，你好像很开心哎。你今天很开心哎。没有吧？还好吧。你在哼歌，你听起来很开心。对啊，哼歌多开心耶！我认识的熊猫头，你刚改名字也是笑得很开心耶。不是改名字，音乐就很好笑啊。那个是做完有玩那个是会有那个知道为什么？对，飞海天空的。我抽不到。没事啦，哎呀。哦，小雨这个熊。怎样？怎样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这个熊，我在传送门旁边。我要看传送门旁边。你放卡马？小团团，你挡住了啊、哦！我不知道你要放这嘛。哦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这蛮可爱的、啊欸，可爱，很萌耶，还蛮酷的耶，我蛮喜欢的耶，蛮可爱的，超熊熊，真的，哎，还蛮可爱的。那个超长牙齿是这样子。对啊，看有没有谁要拿走。这个等下弹出去他就死了，我先不要再来不及养啊，真的来不及养。这500滴血被挥两下就不见了。没错啊。在干嘛？跪拜。你在他的上面吗？跪在熊熊上面。干嘛？你是熊啊？好吃我的午餐！哦，我午餐，我午餐在脚下就对了。他从他名字变超烫伤了，超烫伤，暗红啊，红烧啊。OK， 很烧很烧。最喜欢就是要这样了，有没有？躺在上面了，睡开睡了，好开睡。他把他拉走了，他背上有一排骨头，超刺的。真的。哎、欸，我其实不知道要不要带坐骑。然后我就不要吧，那边不是走桥还是什么的？然后岩浆什么？那掉岩浆了。不要，大家不要带坐骑，好了，来啊，乖，来这个奇怪的门这边哈。哎、欸，没错。嗯对，啊，这个也是那个巫术学到满就可以做的东西。对，巫术最后一阶的。哦，然后这干嘛？交给交棒给小雨。好，反正呢，它就是一个你进来之后会看到，你抬头看一下，会空中有飘着的石块。抬头啊？对对对，它会有，现在里面有两个，一个是旧家，一个是火山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火山。哦它这个就是，反正你到你每盖一个这个新的这个传送石，你可以帮它改名字，然后你在其他有传送石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来回传。只是传的时候会加那个孵化值，就是。嗯哦。哎、欸，但是它孵化是强化的孵化，那个回的比较慢。对，它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慢慢消掉。嗯，对。不过我们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火山。啊那这是不是要排队啊？不然会太急看不到。可以啊，就大家就是有看到的就可以直接先传过去的。你先去吧，我刚刚看不到。而且你现在不能抬头看一看，转一下就可以看到。对。
它在那个你的头顶旁边而已，没有很高。就是抬头看一下漂浮的石块。嗯，这是人盖的还是天然的？小雨盖的，人盖的，就是盖的。那我们就是原本是要飞到这边、啊，我们原本飞在这里的，要飞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开地图看一下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本来刚冷死啊，就是大家飞行要飞到这边，然后我们想说做个很明显的东西，大家可以飞过来。然后我们在试飞之后发现这么慢，想说白痴才要飞来这里，太远，白痴才要飞来这里，没办法。然后后来就 Plan B， OK， 我们先去打那个，对，我们就是飞近一点的地方。Boss， 阿龟。刚有人踩在我肩膀，我直接负重过重、欸，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怎么可以踩我肩膀？我看了一下，是繁星踩在我肩膀上。这个，你说我重哇？谢谢谢谢。为什么你们弄了一个火的圆圆的东西？那是法术的、啊，法术哦，亮光的，有光球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往火山出发喽！哇，前面都是火山灰吗？还是雪？应该是雪吧，这个热情表现也太多了吧，好想干走。干不走。我们那时候那个我们原本是要用光柱了，光柱。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盖的祭坛它完全没有光，它都完全没有光，然后旧家的光也不见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才盖那个超白痴的三个柱子。原来如此。哇，你的柱子也太高了吧。没错，不是啊，刚刚盖到一半，有人就说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不要再加了啊！就我一抬头之后，发现旁边两根柱子又变更高了，我就停了啊！啊，就是有人就是你那停最高那个就是你才最高，就你在那边嘴。那你停的时候我就已经这么高了啊！就所以这样就算有停吧。是哦，我就应该就直接把你下面那根柱子直接拆了，直接摔下来。对啊。你该开，你该拆的。我现在箭出锤，轻轻按一下，它就不见了哦。你想一下，你们想一下啦。你连你的祭坛那里都很危险哦。我祭坛那边是橘色，对，那是橘色。边。哎，啾！我现在体力好短哦。哦，你们直接打起来了，人家不是中立的吗？哦，那不是他刚刚，他刚刚突然扁起来了、啊，就只好扁他了、啊。对来说，如果没有人先打他们，他们应该是没事。我就看有人射箭过去，我就跟着砍啊，跟着一起射了，一起打。那打自己吗？哦，那是敌人。来让自己去打。我刚刚记得可以走马的声音，是有点冷，我好像没有带冰块，有点热。你没带啊？你怎么没带？刚不是跟你说没带？刚刚不是说带？你要吗？你要吗？我带。好诶、欸，我放志杰嘴巴里哦。为什么你要叫志杰过去咬给你？志杰就把它喝掉。你用奶吗？要流口水。没跳舞就不会回啊。耶，好多、哦！现在是那个啦，现在是传送的那个关系，他要一段时间之后消掉了。哦，好吧。哦，没听啊，坏坏。我先把冰块丢了。太好了，捡回来啊！那你说按错按使哇，等下接下来变黑冰，黑冰灰尘。啊，白痴，我怎么回家了？哦，这里还会热。嗯士兵就是还好，我有热隔绝的盾。嗯，哎呦喂，我的哇塞，他丢什么东西啊？发蜡，丢火，我有那丢金矿哎，金矿哎，燃烧弹，燃烧弹，谁金矿？我来喽！我们要扁他吗？有金矿，有个金矿，有个金矿在里面，小心一下。他一根跟丽莎打架，丽莎，丽莎，助手丽莎，丽莎，丽莎，丽莎在哪里啊？丽莎，最后面，坐后面，最后面。啊！我被砍死了！啊，好多人啊！雨月被砍死了！哎，他那个战士会砍很多下哎。丽莎疯了！丽莎疯了！请丽莎，等一下，我的，请求丽莎支援。这次是丽莎，好，把他收掉了。这次是我超勇打死的，让他去死吧。是自己尾刀，自己给了他最后一下。自己表示，自己表示好吃，好吃耶！而且他咬很大力，就是好吃。
啊，往哪边走？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往上面那个圆的地方走？哦，那就要往上，没有来过，我也没来过。嗯，还是先往左边那个塔，看起来比较像塔。先过去那边好了。只是等一下，不要打我啦！骑马的，有人骑马啦！骑马那边乱撞。我刚去厕所，就先过来了没？然后好扯哦！我就直接冷死。骑马。哦，我有碰到岩浆，好伤。我不知道够不够惨吗？哦，这个是金莲花，那怎么不用飞得过去？可以。我往上，有料。哎、欸，蛋奶，我在那休息啊。我靠，好热哦！桥没了是不是？你要桥有啊，桥还有。哦。不是，怎么这么冷？太热了，就再刻个冰块。要刻几块啊？我都刻一块就有了、欸。没有哎、欸欸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蝙蝠起飞上去。对，我刚刚在想、啊哦。对耶。对耶。为什么？哇！哎、欸，不要离太近哦，会被撞下来。大家不要哦。对哈、哦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叫，可恶，刚刚那几个没叫的。谁？都给我。谁刚没有摔下来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谁刚没摔过的？自首哦。不能在封闭环境召唤哎、欸。飞我太近了，太近了。不然去外面一点。有啊。盖个平台看看。可以啊，我这里是可以。我这里也可以。来啦，这里也可以。欸、你们先飞吧！哎、我快热死了！你快死嘞，杰克！你不能再飞太高嘞！杰克先吃冰块啦！我吃，我吃，拜拜！摸墙壁了，就抓墙壁啊！当自闭哪里啊？我以为你这个桥做得很好哎、欸，好斜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是称赞吗？对啊，好斜哦，是斜咖的斜吗？拜拜！要在这个中间是不是、啊？把它撕下来。哦，所以不用再往上飞啊、哦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啊？还是你们上面的看一下，村长决定一下。那先去那个桥上好了。你说哪个桥、哦？右边的那个桥。三个柱子的这个？对。两个柱子中间。他进那边还是？我这边吧，我跟你约在这边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飞到，弄一下，那我飞上去爬一下就好了吧。这里真的很热哎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冰好像降不多啊，消耗的很快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要狂克、欸、就要一直吃。其实也蛮合理的啊，也是蛮合理的。对啊。我做带三四个、欸，我错了。我等一下给你，等一下给你，我有带。好，谢谢。哇、哦！嘿、欸，这个大桥上是不是？啊！沃米阿德的一艘桥，好像没办法弄那么斜，完了。没事，能碰到就好、欸。你们可以用那个、啊、跳跳啊，用风的那个跳跳吗？跳跳之力，哦、可以。住！哎、欸！我抽动！呜！跳跳！不要卡我前面！上线！不要在那施法危险呢、啊！哎、欸，要往地上，要往地上！好、哦，谢谢！哎、欸，有人要被砍了，我跟你抽痛的，这边都是抽痛。看一下要走哪边呢、啊？自己吧。走。好，那跟你走，那跟你走，好。吃冰，这个冰要一直吃，一直吃串冰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穿这样就不需要哎、欸。怎么说？一直在吃的时候我就不用吃。可是你的那个披肩看起来超热的。哇，真、啊、的超热毛的。怎么感觉你随时会烫伤一样？超神奇。这红红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！有毒，就像是花欸、结晶还是什么的吗？不要靠他们太近，有毒。你说那个红色，它里面有站着人呢、欸，他们是免疫是不是？不知道有吗？里面有人吗？有毒。不是他说花旁边啊，哦有哎、欸，那个花旁边是有毒。有炼金术士，那个毒包对我们那个人有没有那个、欸、面具应该戴着就没事。我们好像在远离那个圆圈呢、欸。哎、欸、啊对我刚刚前面一个大建筑物那个、啊、那栋啊，不然先看这个建筑物、哦。那走啊，看一下啊，他要打人，那个忠诚信徒血很少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。
对啊，他很痛，他超痛。杰克要死了。不是，他们明明就都很友善，你们就冲过来要揍人家，然后不是他们刚，他刚刚直接打他自己了。哦，他那个武器看起来很屌哎、欸。拿来用啊。看一下有没有掉。没有。这个要死多久？对啊，这是要死多久？他有帽子哎、欸。对啊，有帽子。点他帽子、欸。这边的人衣服应该都很凉。好丑吗？哦，这边是那个吧？之前说那个蛇人。第一名。传神谕者神卡。对啊，你看那个蛇像是蛇跟、那個。对啊，是蛇的。蛇人呢、欸？是蛇人。大祭司。还会爬梭鱼吗？不可能会哦。哎呀，爬爬爬爬爬爬。Leviosa、哎、爬梭鱼才不是这样子爬的。爬爬爬。你是 Snake。最好是 snake 啦，明明就是爪，明明就是爪。我饥饿要吃冰了，吃冰了。我还是信徒哎、欸，忠实的信徒。啊、信徒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就是有人、啊，我喝到打雷呀、啊！我喝到打雷了。你打雷药水是不是？对，打雷药水。变、哦、变。哎呦，这真可以进去哦！看起来没有、欸，没了，那边就好像就往下走，应该是地毯，回头被劈到哎、欸，回头往圆的那个走，对啊，往是我们飞飞往原路回去啊，我以为我们要再飞飞过去，那飞是可以啦，还是直接飞到正中间啊？可以吧？往圆的那边吗？直接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就传过去桥那边吧。对啊，我们传过去桥，然后飞就好了，不是吗？能过去桥是哪一个桥、啊？中间那个桥、啊，那个什么莫米亚的桥，那个。对、那個，这边有树精，这边有树精。白痴哦、喔，我卡在上面的，它上面有罩子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好、啊，没有啊，欸、我也在上面耶。对啊，我在上啊。不是啊，我怎么？还是我可以在这边起飞吗？可以啊，一个起飞。那我在屋顶上起飞好了。是我在哪里呀、啊？对啊。你就直接传送啊！我是要去中间圆圆那边，对不对？中间圆圆那个。好，那我要先面对到好对的方向。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哦，在哪？我因为我一直撞到那个建筑物的顶端。哦，那个很高呢，我跟各位讲。好陡哦，怎么办？真的有点陡哎、欸。等一下哦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休息哦。这是有那个空中台那个吧？冰吗？嗯，亮亮的那边。有啊，我在吃了，我在空中吃冰。欸、空中不能吃冰啊，完蛋了，各位。要热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刚刚有飞起来，把衣服全部扒掉啊！哎、欸，大家可以传我这边，这边是可以安全先站着的。我已经在飞过去了。对，我也正在飞了。我已经在飞了。完了，我空中剩一半呢、欸。我在空中中暑了。哈哈，哎，好像飞，完了，我也很热了。哎、欸，有料有料，你在空中直接把你的衣服扒光。我都没料啊，我扒光也超热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好像飞不到哎、欸，好像在那。我决定要来自己设一个中继站。等一下，我边吃法边往下滑了，白痴。二十啊，死了。爸爸，我到了。有人飞到了。太强了。感觉应该是可以飞得到，只是刚太热了、欸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拜拜。是要飞到顶楼还是在楼下就好了？哇！底下应该是先下去吧。我看到有人在那个悬崖上，好多人哦、喔！我要下去了，我要下去了，先到最底下了，不然好危险啊！好 ，OK，OK，OK， 先下去嘛。可是啊，飞不能慢慢，不能下去。那不然你到哪一层楼就是哪一层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再，我们等一下再找地方边边往下滑就好了。头往下地好像比较快降落，有啊、哦，好像而已。体感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这是几楼啊？我在盘旋。我们到了，好强哦！到了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放弃那个机器。完了完了，我摔下去了。要被迫迫降了吗？请问这是爱的迫降吗？我摔到岩浆了，我下来了。
我要回家拿一点冰的。好嘞，多拿一点，多拿一点。大家都大爆完了，但是太高空也很热。拯救我的人哎！我靠，谁丢火？我这边捡到一个表情哎。好，这边什么表情？哎，金框，金框，我。我这边好多金符啊，美眉，而且他们具有攻击性，拜托救我自己。拜托救我自己。超痛，完了完了。算了，金框算了啦，随便让他啦，下去打死，打死，打死，打死。救命！是危险的金框妹妹。我的奴隶在哪里啊？高伟在找我的奴隶耶。我也是。我看，对耶，我等下。我看奴隶在这边。好好好，虽然差一颗石头的距离。没事，我现在卡在家里，我们打不开，出不去。什么意思？那你冰块拿了吗？我出不了家门，保险库在外面。在外面。我在家，我死掉了。我帮你开门，我帮你开门了。为什么你可以开门，我不能开、欸？你卡住。还是你打？你要 F 其他是、欸、小雨，我找到你的那个奴隶了，在哪里？对，他在那个在上面的那个墙后，他还是要重开。对，你等下踢屁股。我重开，没事，我直接过去。你真的把身体都扒光嘞、欸，因为很热啊。我把皮都带过去。我要找我的，你在哪、啊？你是不是掉在下面了？在哪里、啊？我在上面，这也太难滑了吧！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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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大家直接抢进去了啦，啊、好痛苦啊！对、没事，我刚刚已经有成功飞到一次了，我应该可以传过去了吧？我已经有成功了。完了，我被屋顶的怎么办？那不金框的、欸。我在哪？哦，我在楼下。金框。哎、欸，干嘛摔死了，白痴！哦，可以的。嗨，又来是？哇，他身上都蓝蓝的。好，我的人。底下感觉是超级传送门、欸、超大的漩涡。有人在这边，你在哪里？好，没有，我刚重开，看能不能把你的人带过来。哦，我看到我的马了，有位 NPC 要被打下去了。我先开个神啊，不然我觉得我传过去我就烫死了。我可以先我在岩浆上面。先什么？我有关系，完蛋了。我要先溜溜球了。在哪里？我的人在哪里？我不知道我的人在哪。你有人在石头上吗？啊，我不是一过来就中暑，要死我。这里很热啊。不。啊，算了。哎、欸，这金框身上有那个黑曜石的武器。完了，我看到志杰在跟别人打架哎、欸，志杰别打。Oh no.叫志杰别打了，志杰。我不喜欢帮他了。不喜欢帮他了。志杰好痛，志杰自己加油。我帅了，黑曜石短斧，我走过头了。对面石头，在对面。两个白痴是不是要过来？你开始过去把他拉过来吧。你知道哦，这里超热哟，不要靠近这里。我刚刚看那两个白痴在那边是狂跳，我不知道干嘛。那个很搞哎、欸，他看起来很开心啊。白痴喜耶！我本来想说他往你那边转跳什么？没有，要死了，自己要死了，我没办法帮他。我看一下哦，在哪里啊？还是你开手飞一下找一下？有没有人还要冰？这边还有一些，我看哪里。阿波还在，那我看一下，没事，那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阿波，你那边还行吗？啊，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要死了。在哪里？自己在上面，我不知道怎么下去。你直接开神跳下来就好了。OK， 我这个在追踪了。哎呦！啊！可是我觉得我开神的当中，我觉得我会直接嗝屁。白痴！我知道一滴声音，旁边好多怪物。对，一滴声音就无敌了，开神就无敌，他不会死那个啦。他的宠物死掉了，我刚飞过来看他亲眼被杀死了。来不及，救不到。飞行，我会先飞一下，拜拜。呜，我先飞了。我会在很顶吧？我
你去睡上面看看，你看你一开始飞的时候大概在哪里啊？他应该就在那附近。没事，自己拜拜。好安。对，好安。好安。安咪吗？哎、欸，我找不到你们呢、欸。哦，我找到，我找到了。在一楼。我用飞的，我用飞的。哦，密码。哦，但这里应该要很亮啊！到人在哪？对啊，爸爸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好悲戏啊！哦，这边日食啦！我想怎么那么暗？哦，这边日食也有影响。有啊，你看那个太阳。我，哎呦哎，对。哦，这边很太阳旁边的那个那个什么乌云，还是一整圈跟他一起走，超白痴。那我们，哎，是这边进来，大家都到了吗？来嘞。阿伯呢？没到吗？我还没到，找他的那个。啊，算了啦，这下次再来找啦，你们在这边自生自灭，再见了。哎，冰块哦，天亮了。一百有冰块，这个我们有还有冰块，我这边刚刚回去我再拿一点点。下次再努力啦。我现在不能放开我的盾。礼拜天再来找他们，反正没差。反正他们如果没有，他们到时候就回去了。嗯，没事啊，我对对对对对。他曾经掉了那么多宝宝，对，没办法，他努力了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记得比较重要，体力太少了。要往上吗？是从另外一边啊，我是从另一侧哎、欸。真的可以跳下去啊？这个是跳进去就好了。下去找大字节吗？有啊，传送了。哦哇哇星空哎、欸、哦传到柯南家，好可爱好可爱啊！谁又踩在我肩膀上负重过重？哦，里面很多人呢、欸，是人吗？这是个副本吗？是是是是是敌人是敌人是敌人哦哦很强的敌人，请问这里有很痛吗？怪都超痛的，啊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要打我，好热好热。啊对对对，要吃冰块，定时要吃冰，对对对定时吃冰。啊对对对，啊对对对，我的血条为什么不见了？啊你那个吗？谁来的？是不是开到管理那个创意模式？是谁？我神已经关掉了。哦哦对啊，我还在那个创意模式啊，谢谢。对啊。我想说我的血条呢？哦他是蛇人呢、欸。他是蛇人。他说爬蛇语哦。啊。对啊。你看我们还听得懂哎、欸，是那个 Libosa， 那我们是麻瓜吗？爬爬爬，那要跟他讲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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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开太快了啦，我还在看，你全部拿走。哦，掉这个哎、欸，还有掉那个血、欸。攀爬手套，就前面那个吗？适合攀爬的手套 ，OK。没事，我还帮你再引一些过来，这边还有。不是应该先打中间那个了吗？啊！不要下去！我这个喷火手套，阿发你很皮耶，阿发！我要溜了！走了走了，你中间这个哦，扁龙鲁那个哦，打他！打他了吗？好，打他！可能剧情讲到一半就打一次，只要闭嘴！另外一边打起来了，绿油箱子哎。是这个吗？他要死了、欸！哇、哦哦，好痛哦！这个蛇人拿刀、欸，他们打人很痛哦，他们打人很痛。他的武器很好哦，他的黑曜石武器。啊，他怎么是铁碗呢、啊？哦，好痛！哦，这好贵、欸！吃冰了，要吃冰了。那个是可以用的。看我的鹿角，我也有、欸。鹿角，看一下。哎呀，为什么好可爱、欸？哎呀，还有一个什么凡尼尔毛皮包啊、哦！太热了，不行了，我要脱掉了。哈哈，这里没办法，太热。不是重点是他们穿这个不会热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对 啊， 啊，他们是蛇的，没错，蛇人啊，蛇很温动物哦、嗯。他们不是蛇，是电龙温动物啦，冷血的电温动物啦，对对对，电龙温。可以烧东西就对了。他的葡萄酒超热，他已经想骗我喝。丢掉。我三眼睛怎么可以烧铁？是不是？不要不要，你的马啦！哦。怎么了？我的马怎么了？直接卡住啊！他直接覆盖我，谢谢你哦。等一下马，说一下，冷静冷静。
你要跟我的马重叠的，应该是要下去那个吧？要往哪一边走？还是他练他有特殊东西是要在这边炼制的？应该是对啦，新金属吧？可能是晚一点吧。哎、啊欸，我们是要走哪边啊？那个紫色火光那边吗？紫色火光，那请问这里可以直接用降落跳下去吗？应该是可以吧。降落是在哪一个的哪一个？啊，最右边那个、那個、最右边的最左边风的那一个。可是底下好像有岩浆哦。对啊。那我要跳咯，使出巫术龟。我觉得好恐怖哦。小雨，你掉好快！不要不要降落，不要降落，不要降落，降落会死，降落会死，我看到小雨快死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活着，我活着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活着，可以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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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活着，我活着，只是你们跳下来要注意一下。不要不要，你的马到底要挡多？你的马到底要挡我多少次？那你要跟我的马不用飞的，飞到降过去啊？不能叫那个吧？嗯、不能吗？不能，就是密闭空间吧？没有缓降吗？不是有缓降？哎、啊，小雨那个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眼睛好烫！不要踩到，不要踩到。对，我用缓降好了。又、哦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超热，超热，超热，超热！记得自己远远。我游戏 crash， 等我一下。好 ，OK。啊，完了，反降时间。哎呦，啊，冰桥不能用，完了。哦，好像不要跳到这么下面。我怎么可能？我掉下去了。哎呦，到了吗？这边是吗？完了，我走错边了。躲过去。不是这里啊、哦。紫色的是哪里啊，小雨？紫色在左边一点。爆发下去岩浆了。右边吗？还是左边？没有哎、欸，在我左边。啊，我没有跳到岩浆。我也没跳到岩浆、欸。是我这个地方吗？这里。就你抬头有两个。对对对，好像有点难的，耐力不太够。对吧、啊？我到了。所以我是走错边吗？耐力不够了。那本来是被蛇咬了啦。那没有蛇。哦，另一边有斜坡啊，走另一边就好了。喂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阿发，你要不要穿我上来？但你要等一下。我跟波波都到了。好，你可以穿我。我跟小雨都到了。还是我穿？还是你直接穿我？你直接穿他们好了。不然也不能直接穿我们。直接穿我们。我们应该在斜坡上。我这有斜坡，这边有斜坡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安全钮。不要踩在那个岩浆上面，要烧死了。我是真的蛮烧的、欸。然后我想说我很成功的降落了，对了，没错啊，我第一个跳下来都没有踩到路，降落在岩浆上，有了，我在岩浆旁边有点热而已，岩浆，岩浆，但我好像很不会攀墙哎、欸，我怎么一直爬不上去？我要看你的耐力，我耐力是满的耶。没有，你应该说看你的属性有没有点呢、啊？哦，奶呢？这边应该不能叫别人。奶。Likey，Likey，Likey，完了完了，要烫死了！哈哈哈！你死了，我死了。你直接传送，直接传送。对、啊，你直接传吧。OK。Likey，Likey，Likey。我怎么好像不能传送啊？那你要他把你们传过来、啊？你是不是有重开？你重开的话，要重新成为那个。我刚已经重新用了，可是还是一样。让那个哈基帮你们两个麻烦过来。要感谢哈基大大。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发现你们太多人用那个绿球。你会卡，我会卡啊！对哦，你又会卡哦。对，卡包，我不要看你们了，我不要看你们了。看你们了，偷走路这样。我要走解锁啊？过来吗？解锁吗？哦，中暑了，靠靠！我想怎么再扣血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接受哎，我一直在传不过来、啊。没有，就是他自己传过来，我没有直接拉过来吧？没有，只会出现文字而已。对啊，因为你们看到文字嘛，我一直在打，但对啊对啊，可是就是没有过去。有哎、欸，我有看到文字。可是、啊、还是他进把直接贴上，别人打看看。啊，还是我尬的一下。还是你们尬的、啊，然后你们飞到那个跳进来之后再看，再传送一次。OK， 直接开启原地飞行。创意模式。飞很远，上面到下面。嗯 ，Upside down。你看谁？嗯，原来是包包。
啊，怎么了？我的画面刚好在你的胯下之间。你的屁股擦的，哎，你不要摔下去，你小心一点的。哎，你们在哦，看到了，你们在这里。好热，好热，哦，你们还是有光。体悟心灵祥和。我只是想要，我只是想要转个圈，就摔下去了。我只能一直不是我截图给你看。你那个有够大包的。谢谢。杰克来了吗？啊，这我来了。有啦，阿发发了，发发到了。有没有？哎，这个你会被 ban 吗？你要小心。那你就自己坐我前面的，我怎么办法？看到什么东西飞出来？偏方面体。哦，是王座吗？我已经吃了二十几个冰了。我已经吃三十。我这边还有，哎呀，蛇！哎呦，哇，这什么？蛇，他会打人，可是很薄耶，那种灵体。那我召唤我的幻影，对你的幻影，幻影可以召唤就没了啦。对耶，对啊，召唤就没了呢。不是阿波，趁现在，趁现在召。他们是被赶到这里来的，好可怜哦。对啊。有了，我召唤一个幻影出来了，好多，太突然了。我可以召唤到幻影这里。哎呦喂，去打你幻影。有在打幻影的吗？有吗 ？Lucky，Lucky， 那我不知道打谁就好了。他只会隔一次都会计数。哦，他会召很多幻影哎。嗯。可是。有，他在打那个阿旺的。有，哎，幻影真的蛮有用的呢。我也可以打幻影哎，奇怪，我都中暑了，你干嘛？然后人自己在打幻影的，我在打阿旺好了。室内可以招雷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不行。招雷很暗哎。对啊 ，Lucky 又来了。哦，打得好，各位打那个打我的幻影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我永昌唱到自己中暑了，好热，烫到口渴，我在你旁边吃冰块给你看，有啊，我身上还有200个，这幻影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哎，我变黑了耶，可能叫打雷。就能打得到吗？打得到吗？有打雷！哎，有啊，有啊，有云在里面。这雷是无差别攻击。哎，那个了。对，那我看没有啊，卡一下，那没有吗？这种的。我卡一下。一国人去死吧！太多效果。好像。哎，没了，终结了，结界没了。可是那个、我们好像遇到 bug， 怎么了？就是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人的。对啊，我想说为什么怎么可能没有人？我想说没有人，我觉得怪怪的。这是一个常见 bug， 就是这里通常会有一个人。就是刚不是有一个人在跟我们讲话吗？对啊，没有一个人。后面有我也想说这里很不合理啊，怎么都没有一个东西在這裡。对啊，反正这里应该有图腾还是什么可以学一学。后面很多箱子，后面很多箱子。有点尴尬。我好像没办法学。没啊，我这里他没办法。要是有黑曜石的那个，我这里啊，我们这边这个旁边不是箱子也不是椅子。对，两个箱子中间。哦。对。两个黑曜石战锤。走进来右手边，走进来右手。哦，有，我看到。哦，那我们自己假装这里有人。哈哈哈，有人啦！哦，中暑了！赶快吃一下，他原本要跟他打吗？我不知道。其实好像也是，就主要怎么在那边跳舞啊？然后后来因为他亵渎神明，假装有一个人，没错。哎呦，乌鲁哎，我的天！他从侧门走出去吗？然后哪里出？其实右手边有这个就差不多。哦，这就没了。OK。啊，他主要是学那个，我们刚刚不是才玩开一个大熔炉？对，那个黑曜石的东西要在上面烧，要在那个大熔炉烧。哦哦，了解。
啊，要跑这么远哦，黑曜石的东西要跑来这么远烧，他跑了部分力，要不然一般的熔炉可能烧不掉吧。这里可以放那个传送门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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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可是你要放，要放在应该不行，熔炉里吧？可以吗？你可以试看看熔炉的位置吧。这里面看看呢、啊。哦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不能放，要不然就是放那个啊，副本门口、啊。嗯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那就可以往外走了，各位。好了，各位。我们是跳下来的，我们要怎么？这应该是这里吧，这里吧。我不知道、欸，左边这边。谁带路的？没有，你们回来一下。这里吧。哪里呀、啊？我们说侧面会有进抄近路，是不是？哦，有路吗？有吧，这是路吧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是啊，我刚是跳下来的，来我怎么会知道？路吧，我也第一次来，我只是有看到一些那个就是提示的东西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路怎么走。应该是这个吧？那我们刚刚那么累，嗯，说不定这边是单向道啊？对啊，嗯，有桥，但是它是。应该没断桥吗？断桥，跳一下。对。哎呀呀呀呀！哇，痛！等一下，不，只用放个法术什么的吗？对，可以放个跳法术。是谁说跳的？可恶！谁说跳一下？哎、欸，我刚刚跳没事、欸，哎，我没有受伤、欸，哎，从不动没事啊。还是你是踩到人家的头上面？你们有点那个吧？有点比较高，耐力吗？对啊，耐力比较高的话。可是我们用跳跳法术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到熔炉这里了。哦，好哎、欸。跳跳法术。然后其实我刚刚你们说要跳下去之前，其实我有看到一条路，应该是要走那边慢慢走下去的啦。只是我想说你们要用跳的，我就不讲了。OK、啊。都看到目的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怪吗？没有，你们走上来，等一下走上来，上面往右手边看，那边就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有一条正常的路，是不是？那是正常的路，我们刚刚走不正常的。右手边哦，可能我们跳过二王三王。我们跳过超多王啊，那个啦，那个。那我们懂啦，魔兽世界很常会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就是因为走过去有位置就走嘛？还是因为就是因为没有打小王，所以没有办法出发？有机会耶！啊，没有吧？我看的那个讲解影片，他整条路走到尾啊，也是没有啊。他说这是一个常见 bug 啊，不用紧张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打到他了！我打到他了！干嘛？打回去啊！他在拜拜，不能打到他。你们不尊重人家、啊，你示范一次，我再拜给他看。我只是拿拳头而已，我没有拿武器、欸。拳头，那还不是一样？还是打人啊？你要拜要这样拜啊？拜要这样拜。你们摸到我的犀牛吗？你犀牛不在面壁吗？在这里啊。对啊。摸得到吗？就是可以追踪吗？嗯欸、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好快掉，快掉，把就把它放在这吧。哎、欸，你跟犀牛犯冲哎、欸，你是说不定下一次就那个，啊、下一次就那个，搞不好我出去他就回家了。对啊，搞不好。那我们就往外移动喽，走喽。那你可以骑马了吗？对啊，出来了。对啊。马上叫声，吃冰块。你看，他们直接打人，要烧了，要烧了，要烧了。又在丢火。直接打人啊！副本一出来直接被揍、欸、啊！按错了，按错了。白痴！那我们就差不多可以自己传回家了。对，那你们要拿这楼上还有衣服可以拿吗？啊，对，这楼上还有一个可以学习的，就是书，只是它的怪超级可怕。那就是自己的葬身地。大家还有时间吗？可以再推，要再推一下吗？可以再一下。再一下吗？推哪边啊？往上，都可以。楼上。上走。所以你们已经出副本了哈？出副本了，出了，出了。好。你还没出来啊？还没。你没有发现你很空吗？对啊。没有在看光团的跳舞哎、欸。好可哦、要往上走吗？往楼上走，往楼上走。哎、欸，他好像不是主动的，他主动，他刚刚冲下去在揍人、欸。他是主动的，志杰就是被他主动杀死的。志杰没打了，你要想想志杰，这被志杰容易推下了，笑死。不要，
大家竟然靠着墙！想想那年字节，哎，金色金框，金框，金框，打杀杀杀！字节最后说杀了杀了，不还要抓吗？不要靠太近啦，有点凶。哇，你驼背，还是个蛇人可以抓，蛇人可以抓，什么东西特别的？我是问句啊，打一下就知道了。那肯定有料哦。哎，他有晕眩子哎，哎呦，可是他根本没什么在掉，会有那么多下。那要叫小雨来打、啊，那叫小雨来揍啊！啊，我在打旁边蛇人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箱子哎、欸。哦呦，这边有个小箱。正在敲蛇人哦、喔。没有、啊，路在这里啊，这里。金空要不要我来拖？外面吗？哦，外面，可以啊。外面，哦，外面哦，这边。哦，你在哪哎、欸？打的哦，有跳了这边，再跳了这边，很多人这边。不过来，我来那个，我来的。我中暑。这边我建议是下马。OK， 应该很容易摔下去哦。没关系，我想听他叫。我也对，我也想听他摔下去的声音。哦，白痴哦之类的。上楼啊！武士刀两人组，嘿，武士刀两男组，那武士刀不是很多人打吗？只有三个、四个，啊，被卡在中间了，哎呦喂，记到不是人吧？哦、就那边，会，这是最高了吗？就要往上走吧，啊、那还有吗？那还有，还有看到尸体，对，你们要看到自己的尸体，去把它收拾一下，扒皮。你好啊、他敲得晕吗？小雨好像没有那个、欸，他没有跳，对啊，他跳不晕，那打死他吧。他没有破晕圈啊，那就不行、欸。这里吗？你在哪里啊？还是我要在上面？上面还有一个楼梯可以往上去。还是我们打的是自己 ？OK。哈哈哈。哦，这里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楼梯。应该是要先走外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才就是卡在上面，一直下不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说在外起飞，飞。没看到有楼梯？我记得好像有一层要用从外面爬上去的。刚刚我们有一个从外面爬上去，不是吗？对。哦，看来就是这了。可能要叫一下。要起飞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可以起飞耶、欸。Flyer， 等一下，鸟鸟。Flyer， 这上面有两，还有两层呢。对啊，那、直接飞上去。啊、先吃个冰块再飞哈。飞上来。如果你们耐力够，可以用爬的；耐力不够，我是爬不上去。哦，对，百二啊，算了，用飞的好。上面有一只更恶心的怪物哎。最要飞，直接飞到最顶顶楼。飞到最顶嘞！啊，我是往飞到最顶楼，飞一层而已。对、很恶心的怪物。没事啊，最上面那个还有楼梯可以走下去啊。我看到楼梯。哦，有了，这边有楼梯可以往上走。哦，我看到有个死人诶、欸。对吧、啊？发有一个异形。他的尸体。没错。我就刚一直死在上面下不来。哎、欸，我这边不能召唤。假冰块。假冰一点吧。那个蜥蜴走上来了。那个蝙蝠没有碰撞哦，他刚刚直接撞屋顶进去。看到哎、欸，哦，这里，快输了，快输了！这怪很凶哎、欸，这怪真的很凶哎、欸，这怪超痛的，超痛的。说我的伙伴啊，我的伙伴上来了，啊，我不怕你了，我有伙伴了。我要都是哦，哦，这边有一个小波石，小蜥蜴波，骷髅头。有两只吧，刚刚从底下也拉了一只上来，哦，被咬了一下，痛痛的儿。你走，没有，我直接叫那个草，那叫幼儿，哦，好用哎、欸，对啊，啊，好热好热，每次一打架就忘记了，掉一个盾牌、欸，黑曜石盾牌，哦，弓箭手的对决。弓箭手的对决，这是怎样？安娜在坑弓箭手三对决，是啊。好啊，在哪里？会，我找一下、哦。这边好像有石碑可以学，找一下。哦，真假的？
这边有箱子，这边是不是里面那个大根的右边这个？哦，对对对，这边有一个中间的，哦，蛇人的，蛇人的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书可以学技能。你在哪跳一下可以吗？哎，我在外，对对对。外面外圈外圈，这有书去学。哇，这怎么找得到？被加工金属。我用外飞过来的。这个要一开始就那个呢？要就是被加工金属。新表情被加工金属。杂项是在哪里？是杂项。里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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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到一个大空空气锻造。我们在空气锻造，空气锻造，你还有锵锵锵的声音，厉害！对啊，好锵哦！这在哪一个里面呢？杂项。我在生气哦，还可以走路哎，可以。先走那边锵。哎，等等等，那你继续锤这个动作，然后这样。哈哈哈！小帅，你脑袋锵锵响哎！都啊，你刚好在敲我的头盔哎！敲头敲头，空空空！你现在可以那个放一个小萤幕，然后是在玩那个太古达人。不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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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良家。啊，都学完了哈，那就直接传回家吧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喽，回家。哎呦，高好，还是再来把它带回来，再去找人。对啊，我们再去找一个。看来我的犀牛没有回家。没事啊，说不定或下礼拜。礼拜日啊，不然你回来用拯救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对，他身上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一拉不没有，他空的，只是对，他就二十等。那你直接拯救，你用拯救就好了，用那个你回家追随者，追随者然后名字右键拯救。对啊，哦，好嘞，怕小雨，那下礼拜最后就是交给你了，接棒太子，交给我吗 ？OK， 来啊，你们知道在哪里？你们在哪？在桌子这边啊，我在桌子这里啊。桌子哦，那个骑术，我以为又要跑去兔兔集合区。哎，我以为是兔兔集合区。那边很挤耶。来了，奥利奥利。面具。哇，这个从第一天戴到现在，那还没坏吗？快坏了，快坏了吧？我记得有修过吧？有修吗？哦，有修过，修过一次。哦。想说上次不是就在念说快坏了，耶，对啊，还是快坏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了，再会，拜拜，拜拜，最后清场了，最后的清场，哇哇的哟，哇哇的哟，好的，那个人在那边敲，我要敲，人口。哎，不是我不看超级留言，是在联动，不太好意思关麦跟，懂吗？哦，圆圈哦，感谢圆圈超级留言，还有欧弟的超级留言，我改一下数字哦。其实圆圈稍早有个100块啊，只是没打上去啦。还在吗？圆圈？不行，回是多少？2100。嗨，准备要开始打招呼咯，开游戏。哎，下一次的应该说礼拜五的，哎，我应该是等你们确定都就是攻略那些出来之后再打吧，不然我还在萨尔达。哎呀，雪莉安安，青蛙安安，无名，感谢无名的抖20个月。棉被猫安安，吃吃安安，旭月安安，圆圈安安，利恩安安，甜菜爱茶的安安，米米安安，一月月安安，欢迎安安。欧弟那个币是哪里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出来一个，很像一个 D。哎，我看一下哈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完全没准备，等一下、哦。请不要在皮没开的时候换那个泵，好不好？那个泵，那个敲不了头啊！感谢米米的6个月，
傻逼在那个 YT 那边 ，YT 有个奇妙的壁纸，但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哪里来的壁纸？卡终于刷过了，什么意思？再给我两分钟。等下你们想玩，不然等下你们想看我玩什么？现在有三个方案。一，我萨尔达也没什么好玩的啦。欸，萨尔达有啦，萨尔达我今天又在那边乱玩东西。你想说都已经后面不知道干嘛了，就去研究一下复制武器啊，复制盾牌跟耐久转移什么的。哦，好烦哦！果然，等一下哦，因为我停电的关系，我的那个东西设定都跑掉了。看一下哦，都在哪边？允许外挂。然后等我一下哦，我每次忘记在哪边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等一下哦，啊，我要重新设定，等我一下，连线模式，然后嘞，连接至电脑。搜寻伺服器，等一下哦，多少？欸，真的欸，每次我只要，因为我不是今天开台有说那个吗？我的那个。那个今天电脑有断线什么的，所以东西都跑掉了。等一下哦，这教主打钻石玩到饱，就玩到天亮啊，然后反正就等晚一点看有攻略嘛，有攻略的时候再去打，不然觉得是数码宝贝，我真的还好。你知道今天总会有个冷蛙狐狸跟一只数码宝贝啊，对不对？欸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可能要重开一下。玩到天亮会不会太硬？还好吧。你看哦，从11点玩到早上8点，也才9小时而已。之前玩珠子，我也是玩超过12小时啊。而且珠子那时候是因为有那个要进战斗啊，打怪啊，然后找东西的啊，这个不用进战斗，这个直接在野外打就好了。哎，新游戏，新游戏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不玩到天亮呢？而且我讲，我也知道，就是不要去跟别人比什么进度之类的。可是就很多会在那边说啊，你怎么在这边啊？下面等一下会怎样怎样怎样？新游戏都会这样子啊。像我之前玩珠子也是，我之前玩珠子就有那边就跑来说什么，应该开始在讲后面说什么，讲后期的东西啊，我不想管，但是不想管，他就在那边讲，不知道讲什么东西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弄好了弄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渣渣 YT， 好了，弄好了。那就是想要好好体验啊，好好玩啊，好好的在萨尔达里面开心的玩。他总是会有人在那边白目。
就像我最近小雪不是在开那个吗？萨尔达，然后他的聊天室有一个就很白痴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小雪很久的观众还是新来的观众，人家才刚到一个点啊，刚到一个神庙，直接把神庙解法全部讲出来。我心里想说，哦啊，谢谢你哦。结果小雪就有点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请让我好好的解谜。我今天有那个什么有求救的话再跟我说就好。我直接跟他讲说啊，这个要三个箱子，一个其中一个在左上，然后什么什么。我想说哇，你直接把答案全部讲出来了，我谢谢你。啊，然后啊，我今天等一下啊、哦，打不开，坏了吗？它的色尾就是咖啡色啊，看到没有？钻石珍珠啊！我又跑去刷裂空座啦，刷不到，烦哦。没错，我的裂空座还是没有出现。我改个标题啊！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分类晚点改好了，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这个，我私下刷就好了、啊。开台刷这个，我真的。这个真的是聊天性质用的啦，不然开台刷这个真的我觉得好无聊、哦。而且我当时的刷，应该说我遇到的时候，我的什么催眠术啊，然后有的没的都已经弄好，可是现在我完全忘记了。看一下我的配置哦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个是因为。它的特性是复制嘛，然后是菜渣给我的，来的同步，就是这只是那个嘛，固执的，然后是同步特性，然后裂空座有高几率可以同步到嘛，那再来这个是肉盾磨时间用的，然后这个是记得这个应该是。精神强烈吸取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应该有一个是睡眠呢、啊。哦，点到为止是这只要跟他磨，然后蹭脸颊，我觉得蹭脸颊不是有伤害吗？对啊，伤害。哈欠。哦，这个啦。你把钻石卖掉的原因是因为你把蒂亚卢卡再重玩就好了啊！哎，来吧，瑟维就是你了。我怀疑我的世界没有瑟维的裂空座啦。哎呀，你看都已经刷了两年了，还是没有哎、欸。那我等一下玩什么？解谜？速速上菜还是什么？想看什么？开赌盘？开屁呀、啊！这没什么好赌的。开也不会有啊。不然现在刷这个好不好？就这一个，刷到色尾我开视讯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一夜月抖内，好不好？一夜月看到下面那排数字有没有？怕了齁，那这个赌盘就不成立了啊！敢这出色，我会吓到。好，不成立的赌盘没有开的必要。那这个，哦，好辣哦！欧弟在越南哦。终于在 Switch 下载光遇了哦，下载要有点那个，要有点习惯哦。Switch 非是方便很多啦，但是它一些操作会比较没有手机好用哦。我
我只有复制武那个装、啊、备啊，把武器，然后我把雅哈哈都没有找完啊，我只找了400多个，因为我把那个都开满了，就是装备跟弓箭武器跟盾牌。哦，我复制这个有点意外发生，很好笑的是，我那时候在复制，想说复制看看海利亚盾嘛，不然我那时候想练滑行还是什么的，弄不好。结果还好我有存档，我要复制的时候，结果我把海利亚盾变成兽王兽神盾，我那时候整个大傻，因为我在干嘛？我的盾牌。哎、欸，然后啊，主要就是因为想玩这个啦，因为想玩滑的，连活左右，我一直想说左边蘑菇头，没事没事，慢慢习惯。那个符号是越南盾，我也有一位阿姨就跟她老公去越南，哇，那越南的币值跟台币没有差很多哎、欸。吗？还是等一下玩光宇？你刷到瑟维的阿尔宙斯了？哎，我还没抓哎、欸，我离不开那边，还是等一下就来刷裂空座、喔。我那天不是就说我不知道开什么，还是我们来开裂那个刷裂空座。哦，感谢镜子纠团，镜子晚上好呀。不许你叫啊！哦，果然有好的武器，就是不一样。大剑，弓箭弹已满，可恶！可恶，满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不是我刷的哦，这个是我打人马打出来的。那时候想要过载，然后去打人嘛，结果都是掉五连攻。我复制的就只有这个而已，哎，又掉，浪费。好，换游戏，换游戏。欸、分类不想改、欸，好麻烦哦、喔。哎，我本来今天想要好好调作息嘛，而且这两天不是在下雨，在下雨想说啊，那就白天睡觉好了。结果我白天睡不着，然后我昨天因为晚餐吃了一个蛤蜊汤。蛤蜊汤啊，又发现那一锅蛤蜊里面，那一碗蛤蜊里面有三个怪怪的，结果我晚上就拉肚子了，然后整个人超不舒服的，然后今天早上又拉肚子，
最主要是昨天蛮想开台，然后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我家停电嘛，停电三次，然后就很害怕说电脑会坏掉。哎、欸，很白痴哎、欸，我想说跳电，我就先不开机，先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再开好了，然后应该是稳了吧。一打开，然后因为我的 SSD 没有装对位置嘛，我开机就花了快十二分钟，然后开好之后啊，看又给我跳电，我就 What the fuck， 不行这样子哎、欸。我找一下真钻的英文，宝可梦，钻石珍珠是什么？剑盾。哎呦，嘿，阿尔那样待久一点会被出社会。有阿尔宙斯。哎、欸，这是真钻吗？找到了。嗯，提醒看 LINE， 不是我不参加啦，是我最近到了六七点就很想睡觉。然后他有听到吗？我有看到，只是我在想我怕我睡着。哎，我还想说，看礼拜三我状况怎样，我再临时报名。哦，没有漏讯息啦，我刚才有回你嘛，我有看到你敲我说什么有什么报名的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回你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欸、我以为我回你耶，完蛋了！我想说，我今天有看到喵哈敲我，我打开有回讯息，结果哇，我连已读都没已读哎、欸！天啊，我怎么是这种人？完了，昨天才跟一个心结，今天又跟一个心结了。干，不要现在回我，为什么？你在开台吗？我很坏，没有啦，意外啦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在干嘛？还是我刚起床的时候就跑去拉肚子啊？因为我看到赖有讯息啊，看透你的繁星怎样？你们怎么看得透我？现在看最透的可是我们安妮耶，只是你回我好，而且。听起来好像是要参加，没有啦，我再看看，因为我最近其实睡得都很久，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睡前都会拉个那个健腹轮，然后拉完之后就是洗澡嘛，洗完澡就睡死了。哎，我现在我的肚子的形状其实蛮好看的。我已经就其实要让肚子休息嘛，可是我连续拉了六天的健腹轮，应该六天了吧？因为那时候广告是说连续拉两个礼拜的健腹轮啊，就什么有明显的马甲线什么之类的啊，每天要240哦，所以我拉了六天，我总共拉了1200次。哎，等到时候如果腹肌好看啊，再给安妮看啊，你们别想了。睡到刚刚的我，哇，该开台了吧？你开台我就过去啊，不过要开突起哦 ，YT 没什么人。啊。
我的黑色裂空座呢？我的黑色裂空座呢？而且明天珍惜说要来找我，我想说如果雨下太大的话，要不要就不要来了？那个他给我的东西就自己吃一吃。你猜在三场来要赌多少？我们来赌钱，好不好？赌钱才刺激，赌命就不用了。我们来赌钱，我们来玩个黑暗游戏。好，爷爷第一场哦。有很刺激啊，一夜月，一夜月很刺激哦，第二场咯。你知道我刷这个裂空座，我起码刷了10000场以上哦。那时候开台刷有刷到4000多只嘛，4096只以上。然后应该那时候我没有在玩剑盾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刷到8000场以上，因为。出去玩啊，去厕所啊，或私下我都是大概1分钟一场嘛，然后我私下都会刷1-2小时。黑烈有遇到过吗？副波里面就有三个啊，我们节操，然后火鼠，另外一个忘记是谁了。阿亮好像还好，火鼠节操好像20场内出吧，然后火鼠是80场内出。那说这么好出哦，那我去刷刷看好了，我就抱着说可能要刷个200场会出，结果到了200场啊，完全都没出，我就完蛋了。那再来就是刷，200场就算了，1000场了还没啊，2000场了还没，就这样子到了现在都还没有出。然后那天我在刷的时候，火鼠就讲了一句话：“啊，你还没刷到哦。”我说。啊，就刷不到啊！那天番茄来找我的时候，还叫我说：“哎、欸、，Switch 借他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帮我刷黑色裂空座。”我说：“不用啦，刷不到啦，干嘛？你刷到才要走是不是？”他还说：“好啊，我刷到再走。”我说：“不要，你给我滚。”他说：“好啊，那我刷到再走。”我说：“你这次别想走了。”啊，叫他睡地板。3张200发票运没了，什么3张200发？我一中发票，啊，好好。还是遇到裂空座，我直接扔大师球。D3ARL 安安。哎，不过拉200下剑妇轮真的好累哦，都才200，至少你有200。你想一下，有些人2-3年都没中过发票，甚至5-6年呢。我只有那时候用电子发票中过一次，后面就都没中过了。啊，一来是我比较少跑超商了啦，就很少去买东西了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玩那个村长才发现，哎、欸，我的左手真的好没有什么力气耶。因为其实今天不在跑图的时候，跑那个哪里第一个副本的时候，我的左手其实有点无力，跑不动。按不下去了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的人物好像一直抬头、欸，在2场我就关台了，就关台了啊，好累，哎，看看我今天白天可不可以睡。
想在11号那天，就是至少白天睡得着，晚上才有精神，晚上才有精神，日夜颠倒。哎，可是这样子，白天小孩子又一直吵，我怕我很累。哎，真传的闪耀护符怎么不算野闪啊？好难过、哦。这次的那个钛金应该就只是打完就换游戏了啦，没有要继续，就不想让你看，你知道花个三分钟在上面都觉得太久了吗？就是两分钟内能解决就解决，花三分钟实在太久了。然后我甚至给他普通的纪念球。哎，佩依安安 ，Hello， 你现在玩到哪啦？你打完加农了吗？今天有看诶、欸、昨天还是今天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时间过得有点奇妙啊。昨天啊，啊你打完了啊，有去玩剑之试炼吗？剑之试炼跟新的那个什么啊，你有 DLC 吗？就是有个什么英杰诗篇，解完会有摩托车哦。试炼还没，哎，试炼我感觉啦，真的是初阶试炼比较难，中阶跟高阶试炼简单很多。因为初阶试炼他给的武器比较可难，武器不太强，然后又很容易坏。有 DLC 玩大啊？对呢，你是对呢？我在想什么？哎，肯定想安妮了。对耶，我想说这个新手太狠了，普通模式都没玩就打大师，而且第一个神兽还是打雷神兽，你看他多扯，超扯耶。啊，打完大师打完剑之试炼，你的剑就可以开始挖矿砍木头了，超好用。耐久高，还有可以砍木头、砍矿。啊，我现在是在那个啦，我在刷社尾。啊，现在声音听起来有点呛，是因为其实很想睡觉了，想再撑一下。因为我在八点开台前，我拉了健腹轮，因为我怕说我关台后拉完健腹轮，如果洗澡，头发要等它干，又等很久。啊，我现在头发真的超长的啦。我想一下哦，我量一下我头发，我有卷尺，看一下哦。你拿大师剑点火，大师剑点火，点得了火吗？他不是，看一下哦。我那时候量一下，我头发好像有20公分以上吧，对比正常男生还要长。对，好像2223，还是我现在拔一根起来。我现在22、23公分，哎，打火石加木材点火哦，不用那么麻烦啦，你去拿一个火焰的剑去点火就好啦。你这样浪费打火石哎、欸。打火石后面你做装备升级那些还是需要用到啊，你就拿，你就去城堡里面去偷一把火焰剑来用就好啦。还是我等一下跑个路线给你看，就是你只要没有火，没有那把火焰剑就可以去拿一下。
是说刚好没有火焰哦。那你也可以拿火焰箭矢射啊，伯克家没有啦。啊，怎么会没有火焰箭？你该不会拿火焰箭来打怪吧？哎、欸，我头发刚好掉下来。我发现人家说女生很容易掉头发的原因，我觉得单纯只是因为头发太长。头发长更容易掉头发、欸，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毛囊那边承受不住头发的重量。因为我自从留长头发之后，头发掉的就很明显。我之前压力大都没掉那么多。我看看哦，刚刚掉下来头发几公分啊？更长更长，等一下，好像有28公分哦。看一下哦，28公分，哇，距离30公分近了，近了，近了，大概在三个月了。还是家人有秃头？哎、欸，好不好死哦？不是啊，我家真的有秃头死啊，所以才想说，哎，趁秃头前先做一点，看看是头发拿去做自己的假发好嘞，还是拿去捐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撑不了拿去捐吧，家里又不是冷气房，而且我头发都没整理啊，就可能长得跟史内普很像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的脸比较小啦，但是发型跟史内普一模模一样样啊。我弟今昨天才说，哇靠，你现在头发这么长哦、喔、我说对啊，怎么28公分？哎，我的28公分，你们还要说什么东西？不然姐姐怎么会看得上我？我的耳朵啦，可不可以啦？我的耳朵28公分啊！哎，我的耳朵28公分哦。这样。这个耳朵长度28公分应该是有吧，还是30公分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不行，耳朵拿掉真的好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那时候被安妮叫密声啊，就是繁星嘛，繁星上面的字不见了，变下面的那个字首嘛，哎、欸，部首，就繁的下面是夕阳，然后星的下面是神啊，然后他这样打招呼，我想说到底是哪个动漫人物还是哪个 V， 跑去查就发现完全没查到，他说不是啊，你现在就是夕声啊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你的耳朵不见了、啊。你知道我的耳朵的笔画比我本体还要多。这是要去当佛祖了，耳朵长那么长，什么意思？不知道耳朵长不好吗？虽然我喜欢是短短耳啦，短耳兔啦，短耳兔比较可爱。可是我怕这个耳朵太短，会被当老鼠，会被当老鼠。长耳兔很帅。
没办法，你知道，然后这种东西，耳朵耳朵尖、耳朵长、耳朵大，就是帅跟好看，你懂吗？就像贵宾狗啊那种，狐狸呀、贵宾狗啊，就是要坚挺坚挺的，那才会觉得你比较帅、比较好看。然后那种大大圆圆的，是可爱。我还打哈欠呢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裂空座，快出来啊！每一次都4096，真的是没办法哎。看来，看来就到这边了。啊，我最近在听一首歌，很老了，很老了，超好了。杜德伟的歌，哎，忘记怎么唱了。感谢紫衣雪夜的33个月，哎、欸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对你那么陌生？33个月，33个月，我竟然对你没什么印象哎！天啊，你是不是改过名字？你是不是改过名字？还是都是自动续订的啊？天啊，这快3年的 ID， 我竟然会这么陌生。木瓜安安，你潜水人员啊，记得出来换气啊，不然会觉得说你是哪来的间谍啊，哪来的水鬼？晚上好啊，好久不见，对啊，死去哪了？去哪忙了？那首歌真的是老到很老哎，要讲屁话。等一下副歌怎么唱哦？我先关个声音，我去听一下副歌。那首歌叫《情人》。等一下哦。这首是我国小的歌哎，所以大概。25年前有了。哦，找到了。情人，然后嘞，情人爱却更多。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啊，啊，可以去搜寻一下杜德伟的《情人》。不然，就是那时候刷抖音刷一刷，他就说什么经典老歌，然后第几趴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是童年的嘛，再来就是那时候不是说嘛，就是林俊杰，因为我弟很喜欢林俊杰啊。一开始是因为我大姐那时候有林俊杰的专辑，后来我弟也跟着买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狂听林俊杰的歌，然后那时候是很喜欢王心凌。咦，繁星正在刷闪嘛？没错。刷了2年，他还是不出来，我也没办法。喂、欸，我看有没有存图片哦、啊。搞一下哦、喔，野生的裂空座出来了。
下次刷又要等等大概九月十月了吧，塞尔达告一段落。2021年吧，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果然是2021年啊，天啊，看看这可爱的黑毛虫。那时候画这只，还有人在那边聊天室教我怎么画图，那什么怪怪的，我稍微怪怪的啊，一直跟我讲说啊，就是因为你的脸啊，姿势不对啊，然后刚刚讲说你现在去画，他说好，他画，就在开台等他，等了30分钟，然后人也不在聊天室，也等不到那个啊，跑掉啦，北七，跟教一大堆。也没有怪他，只是我就觉得哪边怪怪的。那他还讲一大堆，然后来就说：“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抓到感觉了，画出来了。”然后人也不在聊天室。啊，完了，我真的快睡着了。好啦，抓到11点，11点就关台。抓到11点哦，关台哦。哦，对，那个月灵，是月灵吗？还是谁啊？青蛙，青蛙在吗？教你 Switch 的好用的方法，教你 Switch 光遇好用的东西，而且只有 Switch 限定的哦、喔，只有 Switch 限定可以用的东西，还蛮好笑的。所以这张图有几年了？这张图2年了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内容，这张图是2021年12月17号画的。哎、欸，那也才一年多哎、欸，一年半。哎、欸，我还有这一张哎、欸，先放一边。对方到底送啥回？哎，没有，那时候就是一直在，我也讲了嘛，有些懂得吃美食的人啊，他不一定会做菜啊，懂吗？但像他不会画没关系，但是他给的意见又觉得，我就让我觉得很没有参考价值啊。他讲他的，但是我完全是觉得说，就不是这个东西，你懂吗？就是跟人家讲说，啊，你这个太咸了，我也知道太咸，可是就是材料什么东西已经没有加盐巴了，东西就已经，你懂吗？就比如说鸡汤啊，然后鱼那海鲜啊，全部加一加，就很咸啊。你看像蛤蜊嘛，蛤蜊汤，然后你又加鸡汤。然后就又加了一大堆，就变很咸很咸。可是我也知道很咸，可是就是没办法弄淡啊，因为我今天就是想要吃这些东西，但是就是太咸了。是说你神兽就差这只色尾？没有，我神兽就只有想要这只的色尾。我对神兽都还好，我不是神兽厨，但是。但裂空座我就是想要黑色的。我的真钻，我的帕路奇亚，你是帕路奇亚吗？对，帕路奇亚，我帕路奇亚没有刷色尾，然后其他的水军炎帝那些我也没有刷色尾。
感谢恰路易斯提亚的多少245小起点，晚上好。这一代有提高刷闪机了，每一代都有啊，但是这一代的是用在蛋上面而已。野外的闪它一样是4096啊，记得没错，是的、啊。丢十个才有惊喜哦，没错，五个没有、哦。哎、欸，好，最后一只了，我真的快不行了，我好晕哦。果然，哎、欸，我本来想说运动完应该会肾上腺素，然后会比较不会想睡，结果就最近又睡得好足哦。最近大概都是9点10点睡嘛，然后就睡到早上4点，不然就是7点，除非做噩梦呢、啊。像梦到我那天，就是我的脚就真的截肢，哎、欸，只剩下大腿啦。然后所以我的是装义肢嘛，而且我那时候是真的没有很难过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已经很久了，这一直已经陪我很久了，感觉就像我被诈骗嘛，被诈骗的当下我只能接受了，然后就是到现在嘛，已经也过半年了，所以就是觉得就只能这样子了的感觉。啊，我还没去解梦，我想说怎么会突然梦到装椅子啊？怎么又刷一场了？哎，真的是最后一场了，好不好？真最后一场，眼睛在开始扎了。然后，青蛙，你等我一下啊！没有，哎，最后一场了，惊喜也没有。来哦，青蛙，好沉重的梦。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每次做噩梦醒来都是安妮。我觉得哎，真的比较像个小孩，你知道吗？给他的印象可能也变了啦，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沉重稳重的啊，成熟稳重的人，结果相处久了发现我真的就是个屁孩啊，死屁孩，臭屁孩，而且没话题找话题聊的臭小孩，然后就会说：“我做噩梦了。”你要是担心，一定要去庙里面拜拜解梦，我觉得还好哎。哎，看看我发亮的衣橱，月雪，你值得拥有。好了，青蛙来咯，就是主曲啊，欸，免费的，等你不出山就去玩。对，我等一下传好记录档，就是我们的 R 键啊，就是左手指那一根，这个左手指遁地用的，就是等于是你的角色往前拉啦，所以才会说 Switch 比较好遁地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你只要左边食指压住就可以遁地了。你看啊，就是很容易哦。哎，这边不好遁。哎，让我遁一下啦，错误示范呢。笑死，蹲不下去。真的很好用，对。那再来是另外一个，就是 Switch 才能用的东西。Switch 能用的就是这个，这样有没有？拉，松开。这个你只有自己看会这样吗？别人看会觉得你是一个人物倾斜，然后走路很快的样子。你自己看是这样子，
但是你看其他人看你的视角会很奇怪。这个你就是 R 键按住，遁地键按住，然后你左边的蘑菇头一直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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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。我那时候玩这个的时候，然后别人都说你怎么办到的？你怎么办到的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 Switch。我说哦，那应该 Switch 才行。然后 Switch 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边走边叫。你看我在跑步可以吼这么大声，所以它这个其实在烧那个烧红蜡、烧那个升华蜡那些时候很好用，就很好笑啊。那再来我换一下，我换一下连发手吧、喔。然后这个是连发手把 Switch 限定的，超好笑的一个东西，不要连发哦。啊，我怎么蹲下来？好，看好、哦。啊，这是连发手吧？连发可以这样子哦，可以啊！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直狂叫，然后我忘记我把连发关掉。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那个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 Pro 手把在充电，我剩连发了嘛。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忘记在设定什么东西没有设定好，我就把手把丢着去那个，因为那时候馒头那边就是有六个火堆了，那我就是挂着去好像去洗手还是什么吧。然后回来发现我在狂叫，然后身边几个小黑围着我在点火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这样子。然后身边就是五个小黑在点我火，他想这个人是怎么了，一直狂叫，然后就是又摆出那种生气跺脚啊，还是怎样的，摆出不要不要那个，就觉得很吵。哎，感谢啊！哦不，你看，我在不关台，那就过来。感谢朵兔拉的21，不要讲了。感谢朵兔拉的酒团。好了，好死了。有没有很吵哦？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当时那五个人是不是很火大，还是怎样的？感谢酒团，感谢开台辛苦了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这个 ID 也在哪看过？你好，等一下再打个酒团回去，你等我一下啊，再揪回去。我打是光玉耶，对啊。现在光遇我很佛哦 ，A T U R A C H E R I S H， 打对了，小黑这个人到底要叫多久？我那时候很抱歉，这个你是不是最近有玩萨尔达？我最近好像有去看到你玩萨尔达，是吗？对不对？你玩萨尔达这几天，那时候那个推荐清单有出现那个你玩萨尔达，不就像乒乓？你没萨尔达，那你玩什么？可恶！不可能啊！那你是玩什么？我对你的 ID， 你说这个像原神。你说这款像原神啊？你说的没错啊，原神很像这一款，会飞的这一方面呢、啊。啊，当时啊，原神其实也有抄到光遇这一块啊。
哦，你说他玩原神哦？哦，那就对了。哎，还是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嗯。哦，可恶！但是我没有说讨厌原神啊，好不好？这边我是不讨厌原神，我反而觉得原神角色很香，但是我没有玩。哎，番茄安安，关了、哦、啊！反正去订阅他，好不好？去追随他，快去快去！啊，你们这群臭滴滴！好不好？不要看什么棒子的台了，去看妹子的台吧。原神玩会累，原神就干呐、啊。啊，虽然这款也很干呐、啊，可是就啊，它有它佛系的玩法。啊，佛要佛也是要你前面辛苦过，后面才能佛啊，对不对？以追随。哎，我们的大滴滴，也不大滴滴啊，对不起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想睡觉。还是朵拉兔，你再开一次，我就回去。我就回去。哼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七兔的贴图吗？那我真的知道在哪边看过你了，七兔那边呐、啊，白痴。哎，在七兔那边看过你。哎，好，知道了，真相大白了，就说没有哦，我没有在七兔那边哦。我说到底是谁？怎样都不对吧？请繁星好好开台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。我在开台前有拉健腹轮欸，我其实我现在是很疲惫。你可以叫高高，你说叫他高高吗？因为我想说啊，来，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位高高，哎、欸，是香港人那位高高。好啊，不然下次你开台我再去打招呼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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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错了，对不起，按错了。非常荣幸，哎、欸。繁星所谓的要睡觉了啊，还不是你们害的？没有啦，是我自己说11点要关，结果开个光晕，人就带来了。话说次次真的有人拿去用开台会师都有啊？话说次次真的有人拿去？哦，你是说有人用次次开台跟会师都有？你要跑图哦？我没有啦，我刚刚只是在示范说 Switch 多好玩。你看，看 Switch 多好玩。叫嚣，哎，吵死了！这只鸟，这鸟吵死了。哎，你就等我，就是快睡着了，你还要我跟什么？你还要我怎样？啊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啊！你还要我怎样？你还要我怎样？牵个手，扫个徽章，啊，你传过来啊，你传得过来吗？
你传个过来啊，你传过来，我就离开。最后想说一句，繁星，我看你的台长大的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哇，那我不演了哦。那我就不演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。没想到还能听到有人说看着我台长大的。你知道我刚刚累到我把我看你看成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繁星最后想说一句，繁星我爱你。然后后面看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是我看你的台长大了，我才会哇塞哇那么大声，然后发现说我看错了，啊，眼睛，完蛋了，我的眼睛不是，我现在是真的好累哦，眼睛看不见了，累累病。繁星幻想太多，不是幻，出现幻觉了，没错，我的眼睛，哎，眼睛都是安妮的样子。我从 YT 那边，其中一个打招呼，对，我会他的会议室啊，你就说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我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嗯，我只能说光遇是一个容易让人睡觉的游戏。不会啦，光遇是不会啦。虽然我这边有几个干爹是跑图跑到睡着，没错啦。可是我没有跑光遇跑到睡着过，哎，因为我累了就直接关掉了。啊，有一次是我真的在睡觉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是萌新的时候，啊，带我的人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我。这张应该这是这张图跑20分钟，然后我就听他了，我就设个闹钟20分钟，就发现说我们只跑5分钟就串线，然后串了之后他就在我旁边叫了我好久，啊，叫到我的闹钟响，每次蹭图必睡，就不要蹭哦。你不会画画，我跟你讲，不会都可以学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只是画画这东西，就只是没有分会或不会，只有分好看不好看。那至于好看这东西是因人而异嘛，你懂吗？今天你觉得好看的东西，别人不一定觉得好看。可是因为你觉得好看的东西，就是你目前能发挥。最大的，懂吗？今天你的能力最大就是这边，但是你会觉得你好看，那个好看，但过了几年，你会觉得那是黑历史，变得不好看，好吗？画画没有分真的好看或不好看，你看那些那个印象派啊，还是抽象派啊，反正你看那些你也看不懂啊，也有一张。全部白色的图，啊，也可以卖到几千万啊，懂不懂？不然怎么会有一句话叫做我不懂艺术，对吧？啊，画画这东西就只有没有分会或不会的啦。你画一个火柴人出来也是会画图啊。我一直都讲这种话，我就说没有所谓的不会画画。要每次看到啊，只要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、很香的图，我都觉得说，哎，对嘛，委托就是要找这种人画，怎么会来找我画？浪费钱，呵呵，浪费钱。为什么要浪费钱在我身上啊？我还画一些怪怪的图出来。我的图画可以说是糊在一起的那一种，嗯，你看像谁，尤里不是也很喜欢，就是你们画图送他吗？对不对？而且
你看啊、哦，光是先别提画图好了，唱歌这一块好了，唱歌也有分所谓的好听跟不好听嘛。但有些人觉得难听的，但其他人就觉得好听。像我觉得我现在声音就很难听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还是觉得说很好听。可是我自己听声音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好听了，哎，就是会比较有点哑哑的嗓子在了。又老了啦，就是老了，喉咙久了的问题。别刷，怎么又开珍珠了？啊，不是，人家刚揪团过来啊，我能怎么办？不是有个不成文规定，是有人揪团过来就要再开一下的规定吗？不是都有个彼此的默契在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棉被猫你的 ID 不是不可爱的不萌棉被猫吗？然后你刚打字，我看成你的声音真的不好听，因为你那个不可爱，你那个字分行了，跳到下一行了，然后那个不可爱跑到下一行去了，你的声音真的不好听。我想说，哇，你这么诚实的哦，硬揪去其他台啊，然后让我看看有谁可以揪。那我看看有谁可以救，看看还有谁开台，赶快叫他去过来。你说揪过去还是叫他过来？我看一下啊、喔，番茄啊，番茄关台了，还是揪去番茄的台？正在妄想，在妄想啊！打哈欠打成这样子了，完蛋了。还是再鬼转回去原神台，有位叫罐罐的在开台，如何？我们再鬼转回去原神台，不错吧？这个是个不错的点子呢。还是哎、欸，原神还有在挂宝活动吗？因为我没有玩，我不知道。有的话，我把你们丢过去啊。来，最后一只。哎，我要去尿尿了，不是尿尿，我要关台去尿尿了。哇，是黑色的呢。没有啦。挂什么宝？不是之前咳咳，你看破音了啊！之前那个原神有那个啊，有挂掉宝的啊，有掉宝奖励啊。我没玩嘛，然后之前去挂谁的台？呆鱼的台啊，然后可能阿米哥有玩原神的，然后挂阿旺啊、发发、云月他们的台，挂一挂都说你可以领取宝物咯，请先什么连接账号之类的。我就没玩啊，没玩那个宝也没有用。啊，喵喵，哎，抱歉的那个高高啊，高高，抱歉你丢过来啊，又要转去别人那边去了。哎，看看喏，看看喏，看看喏。哎，那丢去罐罐台。哎、欸，我叫快闪加班台啊！可是为什么可以摆、欸？好，我去他的台吧。他最近好像成长的也蛮快的。走喽走喽！哎，起飞啊！这位是台 V 罐罐啊，男 V 哦，男 V 哦，不是女 V， 是男 V 哦。强调是男力哦啊！好啦，大家晚安。明天哦，我希望明天最白天的啦，可恶！好啦，明天再说。那各位晚安啊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打招呼啊，说拜拜，看一下哦。利恩晚安，雪莉晚安，月玲晚安，夜月晚安，青蛙晚安，花音晚安，还有谁？圆圆猫晚安，还有谁？吃吃晚安，番茄晚安，佛系沙雕晚安，感谢感谢感谢追随，应该没了吧？好，高高晚安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从没有 V 皮看到有皮，哇，你还能持续看我？现在好多早就已经不看了。T3AIL 晚安，这头像好熟悉，头像就米卡画的啊。关喽，拜拜。